到俄罗斯公开赛啊，这个阶段的转播。这场比赛，央视由我吴成甫跟身边为您邀请到政治大学的副教授，同时在过去连续13年入选中华队国手的主场朱老师担任讲评。朱老师您好，成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在前天的晚间，当然也带您欣赏到4场8强的对战啊。而来到今天呢，在女单的4强战部分啊，可以看到在4个4强的席次里头，有3位日本的好手啊，要来争夺最后决赛的门票。那么当然呢，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要有2位日本好手啊展开对决了。可以看到，先进场的是目前日本的第一女单哦，石川佳纯要来对上是今年只有14岁的早田希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发挥相当出色哦，打败了法国选手，挺进到了这是成人组的4强赛，相当不容易。对，那以这日本的早田希奈呢，这么年轻呢，能够闯入哦这次的公开赛的4强哈，确实不简单。那以早田希奈呢，这个打法呢，就好像他的老大姐哦，画面看的石川佳纯哈，因为同样是拿左手横拍哈，那以早田希奈呢，在进攻、发球、抢攻这方面呢，也是他的主要的一个打法啊。那石川佳纯呢，当然以他的经验各方面哈，尤其是球的力道呢，是胜过他的对手的。那这场球赛呢，如果石川佳纯还是发挥了他应有的这种快节奏的打法，我想，整场来讲应该可以控制比较年轻的早田希奈的。是，当然世界巡回赛啊，来到11月份还有2场比赛啊，包括了这个礼拜在俄罗斯，下个星期在瑞典啊，这2站呢也是剩下来的2站可以来争取年终赛积分。来看看可不可以晋级到最后这个争夺$100,000奖金的大比赛的机会啊。那当然石川佳纯呢今年打的比赛也够，目前在整个巡回赛的积分排行榜上面呢，也几乎可以说是确定入选到了曼谷年终赛的这个席次啊。那当然其实在这一站里头呢，日本队也派出了相当多的小选手出来磨练了，包括了像是早田希奈，就是啊才14岁而已就可以打到成人组的比赛了，这也看得出来日本队在对于这些年轻选手的栽培真的是不遗余力。对，那对中华队来讲呢，也是希望在下个礼拜的瑞典的公开赛呢，争取最好的佳绩哈，参加年终的大奖赛。那我想中华队呢，在这个俄罗斯公开赛呢，刚好也碰到国内的一个团体比赛，所以没有参赛哈。那我想，这个其他的球员呢，准备的就是下一站哦，瑞典赛的一个成绩啊。没错，在下个星期的瑞典公开赛了，几位不管是单打或双打的好手，都会去瑞典，也要来抢积分了。另外就是争取了接下来在国际赛上面了，努力的再继续把自己的世界排名给往上提升了。那石川佳纯呢，在11月份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位。今年21岁的年纪也是非常年轻哦，左手横拍两面弧圈球的打法，在今年的国际赛里头也是屡屡帮助日本队创下佳绩哦。不管是在亚运会或是团体世锦赛，其实日本队在今年还是稳守这个银牌的成绩哦，在整个国际桌坛呢，只败给中国女乒而已。对，那我想在日本的2位都是左手横拍哈。你可以从这个比赛当中呢，大概去了解日本女子选手在打法上哈，她属于呢近台左右快攻哈，尤其呢这个2位都是左手横拍，她反手位的击球动作呢，都是球落在桌面的时候呢，叫做第一时间呢做一个出击哈，那让这个球呢哈回击的速度快，弧线低啊，这是日本的一个打法。那原则上呢哈，快打的这些运动员呢，都是属于呢打点哦弱点为主的。那一般的选手，比如欧洲的选手，尤其男子选手，可能除了快打之外，会退后一点点，形成呢中远台哈、哦，那这个力量上就会比较能产生。当然各有好处了。一般来讲，女子选手呢，可能要求的是一些变化哈、哦，弱点的变化。我在年轻的早田希奈的部分哦。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87名，来到这一站的赛事啊，在第一轮就打败了老大姐平野早矢香啊，所以经验丰富的选手啊，那当然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表现。对，石川佳纯也有入选到今年女子世界杯啊，个人单打赛里头哦、啊，发挥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哦，互相呢在反手的对练哈、哦，你可以看出哈、哦。
两位选手呢，基本上他的球拍的所谓的球拍的高度哈、哦，都在球桌的上面，他等于呢不往下挥拍，就是击球的节奏要加快。好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女子单打四强战的第一战，日本内战了、啊，要由石川佳纯先来发球。好球，这就是石川佳纯哈、哦，不叫有杀伤力的发完球的抢攻哈、哦，这个是他不叫擅长的一个战术。一开赛马上就拿下分数。今年石川佳纯在日本公开赛也拿到第二名的成绩了，一路杀进了冠军战了，才败给了新加坡的好手冯天威。另外，今年在年初的科威特公开赛也是闯进到四强，所以整体在巡回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哇，这个年轻的早田啊纪奈呢，同样也是高抛发球啊，两位选手感觉上呢，动作上呢很相似哈、哦。那我想还是主要还是抢攻啦，哦，那要怎么去进攻呢？就要看发球这一段的这些选手。哇，漂亮哈、哦！这个可以看出石川佳纯的正手的发力。目前在速度跟节奏上面呢，可能都是对于早田纪奈来讲都是一大考验了。怎么样跟上学姐的这个速度？3-2领先。好球，这是哦，左手横拍，反手位呢？哦，为两位呢都是。同样是左手，所以你要调开呢，难度就会增加哈。所以我想，两位除了左右的相对抗之外呢，反拍的对抗哈，就所谓的对角线的对抗呢，会常出现的。其实以早田纪奈的身材来讲的话，今年14岁，已经算是蛮高大的一位选手了，所以也不难看出来了，接下来。日本在栽培这些桌球小将的时候，这个身材的遴选上面可能也会尽量往比较大的体型去找。应该来讲，早田纪奈在日本来讲算是条件非常好。哇，这个就是速度哈、哦，石川佳纯的这种快节奏呢，完全的不让早田做一个侧身哈、哦。当然以这位年轻的小将呢，就是要敢拼呐、啊。你没有拼的话呢，你对这个老大姐的这种经验哈、哦，他会越打越能够掌控整个场面的。没错，5-3，依旧保持2分的差距。好，发球抢攻。哇，这个球突然间呢，一个拉比较慢的哈、哦，那早田纪奈呢，原则上这个就是靠经验哈、哦，因为石川已经站不稳了哈、哦。所以早田纪奈步伐慢了一点，应该马上向前。是，哦，要再次的拉一个角度哈、哦，拿分。看到目前为止，石川佳纯呢，在整个回球的落点变化是蛮多的、哦，所以早田纪奈反应必须要再加快才行。哇，这个球又反打穿了，对对对，可以看出了哈、哦，早田纪奈呢反手拉起来的质量，所谓的旋转力量都不是非常强的当中呢。石川就做一个反拉，差距一下子拉开来到5分。好球，反拍的对抗啊，这个是非常快节奏的一个对抗。早田纪奈想要发出更强的力道来压制住学姐，不过没有成功。哇，又是攻击两大落点哦！石川的，石川这个球呢也是明显的哈、哦，利用他的力量哈、哦，再加上落点的变化，来压制他的这个后劲哦。对，因为早田纪奈现在等于不太能够去预测到球来的路线了，所以整个打法是陷入被动。4-10，化解掉了一个局点，不过还有6分的落后。这个想要拼一把的正手的斜线球没有成功，也让石川佳纯拿下第一局的第11分，11-4，石川佳纯在这一场四强赛当中呢，现在取得1-0的领先。
以下节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2014年 ITTF 桌球世界巡回赛哦，俄罗斯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四强战第一场比赛呢，有两位日本选手捉对厮杀，经验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石川佳纯呢，在第一局呢以11-4哦打败身穿水蓝色球衣的早田基奈，今年只有14岁的小将。也趁着这个时间点哦，在整个赛季快结束的时候，日本队也是派出相当多的选手来到这一站磨练。俄罗斯公开赛呢，隶属于世界巡回赛里头 Major Series 排名在第二等级的赛事啊，可能也是许多年轻好手磨练的好机会。哦，这场球赛哈，要早田基奈要能够呢压住石川佳纯的这种所谓的正手的抢攻哈。的力量上呢，或者落点，就像这个落点一定要打得很开了哈、你稍微呢，你送到石川的正手呢，力量不足的时候，他反拉的速度非常快哦，所以也能够第一局呢就比较轻易的赢球哦，就像这个球哈、可以看出石川佳纯呢拉完球之后呢，结果呢早田送回去的球呢偏中间，步伐根本没有移动啊、他就可以产生非常强劲的一个进攻。2-1，好发球再抢攻，好球，很有技巧，哦，一个中路的落点哈、也是石川呢靠他的经验，哇，这一碰就高起来了，对，马上石川就是狠狠的重板击球，早田基奈想要主动的变线，不过这次打直线也没有成功。今年在稍早的捷克公开赛呢，早田基奈在 U21 组呢是一路闯进8强。好球，这也是早田基奈呢应该多做的一个进攻哈、那从第一集到目前的第二集的这个4-2呢，我想哈、石川佳纯还是能够做好这个整个场面的进攻了。那这个早田要怎么样发挥他的攻势哈？可能要怎么样去控球很重要。改变了发球的落点了，正手位比较深的位置，让早田的接发出现失误，还是被动哈？这个是出现了接发球的一种判断哈。我想以早田基奈呢这种接发球。要摆一摆就高哈，所以他是属于不转的来球，应该要怎么去调打哈？各方面拧球也可以。好，漂亮一个加压的直线。早田基奈拿到了第三分。目前两位选手在第二局还有着3分的差距，当然同样国籍的选手交手，所以日本队的教练呢也不必在场边坐镇了。让选手自由发挥，哇！再计正板得分啊！对，这个球啊、也哇一个侧拉哈、球呢碰到桌面往外的一个旋转。这位年轻的小将正手拉球的实力其实相当不错、对，主要是接发球这个部分哦。对，有时候要拧的球哈、因为毕竟呢，可以看出石川佳纯就是发完球呢准备抢攻哈。如果你做好摆的动作，一偏高，哇，这个球就难了。7-4，石川佳纯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还是太被动了，太被动哈、那早田基奈呢？目前还是落后哈、主要的还是在接发球段的变化哈、可能要再做一些修正。好，早田基奈发球，对，哎呦，这个球从球桌外面拨回来，有点运气的成分、有点运气，应该是打到球拍的旁边哈，没有打准呀，结果运气很好，哇，这个整个跨步的回拉，石川佳纯完全是没有准备好，教练 9-5，石川佳纯再拿一分。
现在也把差距拉大到了9-5。哇，这个球，石川佳纯呢，事实上呢，很有一个整个战术哈、哦。他先吊开之后呢，他知道应该是早田也会送往对角线哈、哦，尝试反拉，也可惜出界。但我想对比赛过程哦，石川佳纯发球这一部分哈、哦，前面掌握的一个进攻了，要拿这一局是没有什么很大问题哈、哦，又是一个接发球，对，直接出界哈。在乒乓球里头蛮大的问题。对，在桌球的比赛当中哈，单打比赛的部分，如果你的接发球这一段呢，都是被动的，哇，那赢球赛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好，石川佳纯直接进攻了，好球，成功的回挡啊。对，早田基奈这个球挡得相当的好哈，左右的能够调动石川。不过目前石川佳纯还拥有三个局点的机会哦，能够把它在局数的领先扩拉到2-0。第二个发球，长球的对抗啊！我这一次早田基奈的反拍出界，让石川佳纯以11-7拿下比赛的第二局。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2-0暂时领先早田基奈。欢迎再度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女子单打四强战。有两位日本好手较量，啊，当然经验比较丰富的石川佳纯现在暂时以2-0取得领先，他的对手是今年只有14岁的早田基奈。在日本的中学生里头，中学生大会上面也在今年拿下2连霸，所以可以说年轻一辈里头是相当好的选手。好，石川发球，又是一个进攻的这种战术哈，还是出现了接发球的部分哈，一个直接失误哈。那如果以早田基奈要拿分数或者要拿第三局的话哈，我想他侧身要多一些了，不需要啊反拍又要对角线的调动哈，也事实上很难的哈。以这个石川的判断能力跟步伐，你往他的正手调动呢，就是被他反攻的几率太高了，所以还是要靠经验哈。刚刚讲到早田基奈是全日本中学生的冠军哦，他在决赛的对手其实国内的球迷应该不太陌生了，伊藤美诚啊。那早田基奈呢，最后也是力克了这位天才少女啊，所以完成连霸。对，以早田基奈呢，哈，他哦。仅仅14岁哈，而且他的整个身材各方面呢，应该来讲他的协调性哈，对打乒乓球来讲非常适合哈，所以这位选手呢，我想再过几年哈，应该是日本队所主要的主力选手。3-1，石川佳纯的发球机会。哦，这个插网哈，幸运的一分。啊，是啊，这个早田基奈呢拿了第二分。接发球这个环节也是早田基奈这场比赛会陷入下风的蛮关键的原因哦。对。哇！好球，形成的一个对拉哈、哦。虽然一度早田基奈能够反手围攻哦，但是石川佳纯呢，毕竟在反拉的能力上面还是相当好的。好球，对，事实上呢，早田基奈哈、哦、反拍对抗当中呢，不要急着哈、哦、想要直线的吊开石川佳纯哈、哦，以目前的这个样的调动呢，效果是不是很理想啊、哦？或者呢，早田基奈呢做一个哦反拍结合侧身，哦，你现在打不开就被对哦，好球，这防得非常的有速度，压在中线这一板呢、啊。事实上这个球呢能够这样能挡得住哈、哦、确实是不简单的。4-4，现在在第三局呢，早田基奈追成了平手。对的，对角线的所谓的反拍的对抗哈、哦、事实上石川佳纯也没有占的便宜。
最主要呢，石川佳准他的得分呢都是靠他的正手在进攻，除了侧身有可能一直等哈，对方掉到直线的时候呢，他反拉。好，正手在抢攻了，拉在早田的正手位啊，这一板落点相当精彩，也让石川佳准呢马上就把分数给扳平，5-5的平手。现在轮到早田基奈的发球。哦，这个球要能够稳定下来哈，大概就五五坡了。他以这个落点的变化，可以看出石川的这种经验。哦，他有偏中偏左的位置。哇，太早送过去了哈，这个球也是石川佳准呢。今天呢，他的主要得分力非常高的哈，他根本不用侧身。啊，他反拍，他注意他的正手，马上就做一个反攻了。目前早田基奈的路线，大概除了送到石川的反手位之外，中路的这一条其实也是石川一直在等的地方。啊，侧身还是不够果断哈，还是毕竟比较年轻哈。事实上呢，他应该是要做好，哦，一两球之后呢，能不能闪身做一个进攻？哦，毕竟石川佳准也很少。有一个变线的调动，8-5，对，完全是接发球的部分哦，属于被动式的接球，送回去之后直接被拉了一板直线，也使得双方的差距来到4分，又是石川先展开进攻。哈哈哈，又是送到就石川的正手，当然以石川来讲，反手的力量呢是比较轻的哈，还可以对上的来回，但是他的拉球的功力呢，正手拉球就很强哦。虽然这一局早田基奈一度是取得领先了，但是分数也停在5分很久了，最后这一板正拍出界。也让石川佳准呢以11-5带走了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四强战当中呢，目前石川佳准已经取得停牌优势了。欢迎再度回到爱尔达电视，一块来欣赏俄罗斯公开赛的转播。女子单打的四强战呢，目前身穿桃红色球衣的石川佳准呢3-0领先他的。同胞好手，同胞小将，14岁的早田基奈，只差最后一局呢，就能够挺进到这一站的决赛里头啊。对，这场球赛哈，石川佳准呢哈，能够在正手这么强劲的进攻哈，保持这么稳定的话，我想要赢球是没有问题的。那相对的呢，比较年轻的早田基奈哈，这场球赛呢。如果没有做一些有效的侧身哈，敢抢的话，当然就没有什么杀伤力。哇，再次的也是擦边了，所以第四局的开局两个都是擦边球啊，石川佳准啊已经本来就应该要赢的，又有两个幸运球，球运也站在他这边了。2-0，当然对于早田来讲啊，现在这样子落后的局面呢，也就是要想办法去拼每一分了。不过面对石川佳准现在越打越凶的攻势啊，早田基奈反而是打得有点慌啊。好球，对。左右开弓左右呢反手侧身正板的抢弓这样的技术呢就会形成对方呢防守为主。其实可以从早田基奈的击球中都发现他的爆发力还不错，其实不管是正手或是反手都还蛮有杀伤力的，唯一就是说稳定性可能还没有对手石川佳准来的这么理想。对对，应该对。早田这一场球赛哈，应该是个人，因为也没有教练在场哈。我总觉得呢，他没有完全放开去做一些拼的感觉，
他还是照他的模式哈、哦，左边稳稳的啦，或者要调动啊对方，那对方是有经验的，他的老大姐，你怎么调他呢？你而且他对方又是左手，石川又是左手，事实上是不容易调开的。4-2。哦，突然节奏的改变。事实上，他知道，石川佳纯一发完之后，早田呢，有点哈、哦、退后了，哎，我就拉慢的哈、哦，所以就是一个经验的一个击球动作，很快的就观察到了对手因应他接球的这个反应啊。好、哦，反在对抗，又是要调开，有发现哈、哦，这个球呢？早田基呢是有他的战术，想说我直线呢快打哦，像快打。事实上呢，石川佳纯就等在这边啊，你打过来我的正手，我马上要反拉。所以从第一局到目前来讲，这个球呢，石川佳纯得分率是最高的。哦，应该是哎，这个球可以看出还是石川佳纯呢很清楚了哈。前一球呢，你掉直线走位，现在你要打我直线的机会不高，我就侧身打你一板。所以以这样的整个战术跟赢球的这个模式呢，你会让年轻的早田呢不知道怎么打啊、哦。所以比分呢跟战术一直改变之后呢，你会发现哈、哦，石川佳纯是整个场面在控制的。这一球自己进攻失误，使得现在场上的比数来到7-3，石川佳纯还是有着4分的领先优势。哇，台内的领球，对，在领球这个部分进球率是蛮低的。今天可以说早田在接石川佳纯的发球，接的真的不太顺手。一个加转的下线球，事实上这个也不难呐、啊，可能石川呢，摩擦的力量哈、哦、稍微不足哈、哦。产生的出界，4分差的比赛，现在要轮到早田基奈的发球。还是石川先做一个进攻。摆得相当短了，所以当早田金奈想要横移过来用反手进攻的时候呢，发生了失误。现在石川佳纯也逼出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10-4。哇，正手强力的一拍锁定胜利啊！第四局的比数是11-4，一样是由石川佳纯获胜哦。作为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好手呢，最后直落4，打败了只有14岁的学妹早田基奈。也率先的抢下了女子单打冠军战的门票。当然，在比赛结束的同时，也要请朱老师跟我们谈谈了这一场球石川佳纯他的发挥如何。对，以石川佳纯来讲，完全是利用他的发球的进攻来拿分哈。那他的对手呢，早田基奈呢，可以看出啊，在接发球这一段哈，太多的摆短，而且是偏高。所以接发球的部分呢，基本上是整个被动的，再加上力量的哈。对抗当中呢，很明显的呢是石川佳纯占的优势啊、哦。那整个打法进攻的整场来讲，也是石川佳纯所掌控。所以我想整个比赛来讲，是技术上完全是压迫的早田的打法。对，我相信早田金奈从这一场比赛当中也学到很多、哦。毕竟今年才14岁而已，能够在公开赛打到4强阶段，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也希望未来他能继续努力、哦。当然，比赛在这边要告一段落，也要请观众朋友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为您带来第2场比赛，将由日本选手福原爱要来出战的是德国的赛小娜。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2014年 IPTF 国际桌球总会的世界巡回赛俄罗斯公开赛4强阶段的转播。
在接下来场上即将要进行的将是女子单打四强战的第二场比赛，将要由德国的选手单小娜要来出战福原爱。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石川佳纯是以直落四打败了同样来自日本的早田基奈，那也顺利的取得了冠军战的门票。所以福原爱这个石川佳纯也有机会来挑战今年的第一座巡回公开赛的冠军。那石川佳纯呢，其实在这一战之前也已经确定了是获得了下个月所举行的年终总决赛女单的参赛门票。今年对石川来说也算是蛮丰收的一个赛季啊。接下来要来看到在目前呢在跟现场观众问好的这位同样来自日本福原爱，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十一名，26岁的年纪了，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位则是代表德国队出赛的单小娜，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6名，31岁，是现在比较少见的直拍的打法。对，那德国的单小娜呢，是属于传统式的哈，所谓的直拍左推右攻的打法哈。那主要呢，它是一个短颗粒哈，所以它的进攻呢，它会靠正手位哈，侧身来做一个进攻来抢分哈。但是它的推挡呢，也是蛮犀利、蛮厉害的哈。那毕竟呢，这种左推右攻的打法是中国式的早期的选手的打法哈。那它的推挡呢，它用颗粒打的话呢，球会有点下，应该是说有点下沉了哈。那当然对上日本的福原爱呢，同啊，它也是一个颗粒为主哈，反拍的对抗呢，会形成颗粒对颗粒。但是以福原爱来讲，因为它是横拍。他的反手位呢，颗粒打过去的球，除了能推的话，可以加速的一个进攻，这是反拍的进攻啊、哦。那再结合他的正拍是平面，所以以这样的打法呢，福原爱来讲啊、哦，会比较多的变化啊、哦。那单小娜要赢的话呢，哈、哦，能够掌握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反拍颗粒对颗粒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能够适应哈、哦？这也是单小娜啊的这个能不能赢球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所以这样球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球拍颗粒、胶皮不同的变化，对比赛也会产生一些不同观战的乐趣啊。对，那原则上啊、哦，在这个所谓的颗粒的回击球的来讲呢，它是不会产生所谓的上旋球，它主要呢打回去的球呢，它是利用撞击力哈、哦，所以产生的力量啊、哦，能不能压住对方？那以福原爱来讲呢，我刚刚提到的啊、哦，他反拍能够进攻之外呢，他还能减力哈、哦，因为颗粒来讲呢，啊、哦，当球碰到胶皮的时候呢，原则上可以停留时间稍微短啊、长一点点哈、啊，那平面胶皮可能马上就反弹出去哈、哦，所以在胶皮的使用上呢，还有武器的特性是不同的。开赛之前呢，双方也都是互相先看了一下对手的球拍啊，先去看一下这个颗粒的特性啊，会是什么。但德国的单小娜哈、哦，不能说光是一个推挡哈、哦，他一定要用哦。现在呢，直拍哦，单面进攻的单小娜哈、哦，那你可以看出他的动作呢也是非常快速，非常动作小哦。因为颗粒本身哦，他的不需要做一个拉球的动作，所以都是在球台的第一时间做一个快打快攻。哦，这个打法呢，就是所谓的左推右攻哈、哦，也是中国式的打法。以单小娜来讲呢，早期就是在中国训练的了，所以我想他的打法呢，就偏向亚洲的一个球风。单小娜今年拿到德国公开赛的冠军哦。好，在画面上看到的呢是日本的福原爱哈、哦，红色这一面呢，它是采用平面胶皮，所以他在打球的当中呢，除了快攻之外呢，会有一些带有摩擦哈、哦，形成上旋球的一个进攻的模式。目前画面上看到这位也是福原爱的指导教练、啊、过去也是日本女桌队的名将新野美香啊，当然在、结婚之后呢是改名冠夫姓变成是马场美香，过去曾经在全日本锦标赛也拿下女单7连霸的记录哦，现在要来指导福原爱，希望也能够把她调教成为有机会能够冲击世界冠军的选手。单小娜当然在德国女桌队当中呢，排名实力跟排名也都相当前面呢、啊，
实上今年的德国女桌队在欧洲的比赛可以说是横扫群雌啊。好，从现在练习当中也可以看出德国的单小娜呢在推挡的当中就跟横拍完全不一样。许冠亚纯在前场比赛拿到胜利之后呢，现在也可以坐在场边观战了，看看谁会是他冠军战的对手。好，现在画面也可以再次的看练习的当中所谓的左推右攻一快节奏的一个推挡。好了，在练习结束之后呢，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比赛的第一局将有身穿红色球衣的单小娜先来发球，黑色这一面就是他颗粒的拍面了。好，这个就是也是正手的一个进攻当然对左推右攻的选手来讲呢，来得及的状况呢还是要闪身的一个快攻不叫也能过手杀伤力快攻好球对福原爱来讲呢势必要注意除了能互推之外呢，可能呢要能够防得住呢单小娜的一个正所谓的进攻。两个人在国际赛场上有一次交手的记录，不过已经是在2006年的事情了。2006年的德国公开赛呢，福原爱是以4-1打败单小娜。相隔8年之后再度碰头哇，这个球互相都是一个幸运球哇！打过去呢，虽然单小娜是个触网这个反弹太高了，直接福原爱呢还有机会重管的扣球。对，哇！最后复原的速度相当快福原爱还能够把对方回挡的球再进行一次攻击。开赛取得2分的领先。现在发球权又回到单小娜的手上。哦，高抛式发球好，推挡漂亮。哇，可惜了，这个球呢，应该是单小娜的一个机会这个推挡的直线你可以看出这个所谓的直拍呢，它是很快的就可以把球压回去的。好，高抛的脚弧线呢？哎，对了。这个球双方都用科技的这一面来对抗对，事实上以福原爱来讲你拼命的打向单小娜的反所谓的推挡得分呢，也应该是不容易的，因为左推右攻的优势呢，就是推挡稳定稳健那加上他进攻可能靠他的正手这一边。突然发到了单小娜的正手位这一球的落点相当刁钻发球直接得分，5-2。再次的颗粒对颗粒那两个选手呢，因为福原爱是反手呢，他是属于进攻型他是横拍。那单小娜呢，基本上是推过去为主。开始变线了福原爱呢很有经验他预测呢单小娜可能会侧开来进攻。事实上从第一局的过程单小娜其实不见得要积极的侧身目前来讲对福原爱反拍颗粒对颗粒呢，基本上占一点点优势所以战术呢，对，直接的推挡。哇！这个那又是很快的，在两大角度这个完全是比速度喽。对，而且可以看出这福原爱呢，因为他的正手红色这一面是平面所以他在进攻的速度会有旋转哇，漂亮漂亮！先把单小娜死死的给定在反手位之后，再突然变线。对，但以推挡呢，因为比较没有杀伤力那目前来讲，感觉上福原爱也很适应他推过来的弧线跟力量所以单小娜自己也应该也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撤是个关键。哇，来不及了，反拍直接发力弹击。对，这个就是在推挡的当中呢，没办法发出有效的力量那福原爱是横拍要推我也可以，要攻我也比你快
所以整个分数呢就已经拉开了啊，抢攻了，对，哇，这个球也可以看出防守的能力非常好哈，就有点让球速突然变慢了，做了一些旋转上面的变化。10-4，福仁爱现在在第一局啊，还拥有六个局点的机会。高抛了发球，哦，福仁爱除了快节奏呢，你可以看最后一球啊，反拍的一个加力的进攻啊。不过其实也是我们前天看到他在八强战了对战南韩，梁夏颖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啊。当比赛来到后半段的时候，自己会比较急着进攻哦、啊，发生失误的机会也比较多。这边又是让盛小娜连追两分回来，6-10。好，盛小娜了哦，准备高抛发球。一位来到球桌的中间，这一次反手的推挡挂网也让福原爱最后是以11-6拿下第一局，目前在这场四强战当中1-0暂时领先盛小娜。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德国选手单小娜现在在场边跟他的教练施杰，过去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名将，在讨论一下对策。在俄罗斯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四强啊，对上日本选手福原爱的第一局，单小娜、啊、可以说没有办法发挥太多的变化，对，整个局面是被福原爱给控制住了。以目前来讲，单小娜哈没有很好的得分的武器的哈。你光是推呢，可能最后呢，哦，也是福原爱在做一些变化。那侧身是不是能够赶快的哈，哦，逮到机会就侧开，就要看哦这个第一个球擦边哈，福原爱幸运的一分。哦，那单小娜要侧身呢，可能也要防止呢，能不能说打的球呢是很重板的哈。你如果太轻的话呢，你可以看福原爱的防守能力呢非常的好哦。好，高发发球！哇，这一次单小娜防守的速度够快啊，挡了一板中线，也让福原爱没有办法连续的进攻。哦，又是一个加力的反拍的哈，一个压直线球。好，高发发球之后，看能不能抢攻。哇，总算看到这个正手的快打，这在第一局其实上他没有什么机会用出来。对，那单小娜呢，利用他的这个左右哈，这个调动呢，福原爱之后呢，做一个侧板侧身的一个单面攻哈。2-1，哎，可惜了，像这个球呢太保守了，事实上呢，应该可以用推打，对，应该是可以侧开来做一个正手的进攻。事实上啊，直拍的选手就是靠正手来做一个压制的。那以单小娜来讲呢，可能步伐不敢撤开。哇，这个球如果一直都只是用推挡来讲，虽然说是非常稳的，不过攻击力就没有那么好了。对对对，最后呢，只要福原爱呢，哦，稳定下来的话呢，他就有很大的变化的空间哈。包括呢加力或者是一个直线的调动，单小娜都有可能哈、哦。那单小娜呢，目前来讲呢，都是属于推回去为主，所谓的防守性的回击。那比赛的过程这样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从刚刚单小娜的掉分之后的反应也看得出来，现在对自己的表现是感到相当挫折啊。领先又回到福原爱这边，高抛发球。哦，这个球福原爱呢，你可以看出哈、哦，自己呢，当然点点头了，对他自己的弱点呢没有问题，只是压太旁边出界。还是继续用颗粒的这面来发球。好，抢攻了，又是一个正手的侧身进攻，这是单面进攻的一个特色。对，角度相当犀利哦。这球拿到分数之后，三友娜也握拳为自己打气啊，这是他比较有力的打法、啊。
错，波弗恩艾这边也是马上还颜色，第三拍啊，直接用反拍这面加速的弹击啊。其实感觉有点像三小那侧身的这种用短科去撞击的打法、哦。主要是因为他是利用哈、哦，横式握拍哈、哦、的力量的比较能够用手背的发力的，那直拍的推挡哈、哦。你要带动手背是不当难度很高、哦、所以只能向前推挤。好，成功！哇，又是直线这一条，被弗恩艾尔找到机会。哇，这个三角那确实打起来会很辛苦、哦、因为呢，你回挤的速度不够快呢，以弗恩艾，你可以看出哈、哦，他打的两条路线呢，非常的刁钻。又开始了，这次打中线这边呢，还是想摆在比较深的落点了，结果球出界。对，这个球想要压中路哈、哦，中路，但是出界。两位选手以身材来说，其实个子都比较娇小一点了、啊。不过也是很善用他们的打法，为自己创造优势。推挡结合侧身，哦，重板的一个进攻，也是所谓的左推右攻的一个特色哈、哦。那目前这种打法呢，哦，非常少哈、哦，应该是说横拍呢，哦，使用的横拍的选手呢越来越多了哈、哦。对。6-8，三小娜。还是以两分的差距落后。继续还是反拍的对抗啊！这样打下去，我想这个就是弗恩艾，只要不要乱掉分的话呢，等于是你要从弗恩艾的这种推挡拿分是很难的。好，撤开。又回到反拍的对抗，直线还是、啊、再度奏效。郑小娜在正手这边的空档也是他这局比赛、啊、比较难去弥补的一个漏洞啊。对，这个就完全是要怎么样、对你的技术、有所改变、那目前来讲呢、德国的郑小娜呢没有攻势。那乒乓球来讲，你没有攻势呢，你就是属于防守嘛。那赢球很难，非常困难。弗恩艾尔整个击球速度是非常快，等于盛好那侧身拉球的机会真的不多、哦。好，分数来到了8-10，盛好那是不是发球就撤开了哈、哦？看他、可以拼这两分了。还有两个局点的机会，好，撤开！哇，太轻了，自己的机会球哈、没有用一个力量哈、来压制，这也让福原爱最后是以11-8拿下第二局的胜利，目前2-0，暂时领先盛小娜。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公开赛女单四强战的转播。德国选手盛小娜在第二局的比赛啊，还是没有办法战胜弗恩艾啊，现在陷入到0-2的落后。那当然，在这场比赛里头，他是打得比较被动啊，比较多的情况下都是用反手这面去用推挡来跟弗恩艾做对抗啊，当然也是比较不利的。对，那以直拍呢，哈，所谓的推挡技术哈，是属于一种过度的一个技术的，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杀伤力。那盛小娜呢，她也知道哈，但是呢，她就是不敢撤哈。你可以看出，这个弗恩艾呢，能够反拍之外呢，她可以直线、斜线一直掉哈，啊，毕竟呢，横拍的优势呢，就可以做好左右的一个调动。第三局开始，又是由弗恩艾充分把握攻势取分。对，撤开。哦，还是
全面性的压制的单小娜的进攻。我想德国的单小娜哈可以利用呢他的快推哈，先打向维也纳的直线，是不是能够掌握住？对，像这个。先调开福原爱、哦、再结合他的单面进攻，看能不能拿分呐、啊。哦，这个可很可惜、哦、他想要打直线的，结果是一个触网了。所以在第三局开始就陷入落后的情况下，单小娜赶紧是叫出了暂停，要利用这一分钟的时间哦，继续回到场边跟他的教练师姐来讨论一下对策。对，那比赛的过程当中啊，这场球赛当然可以从单面进攻的所谓的左推右攻的直拍对上左右开弓横式握拍的选手的对抗哈，那也目前来讲呢哈，这是乒乓球里面呢比较少见的哦，毕竟呢直拍单面进攻的球员越来越少了。那从比赛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哈，左推右攻的这个缺点呢，就是太多推挡，就是没有一个攻击性了。那你要好的攻击性，你就要良好的步伐移动，当然要前面的跑动哈。那以单小娜呢，这场球赛呢，应该他知道他侧身哦，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他又要考虑呢，可能他偏右的球蛮多的，所以他动不了，动不了呢，你就会落入呢福原爱呢，横拍两边进攻的优势。所以比赛的过程看起来是福原爱占上风，没错。暂停之后回到场上，哦，撤开了，哦，这个球就是尽量的呢，在前击板球呢做好一个进攻了，哦，当然你这个判断能力要很强哦。零比四哦，还没有办法突破鸭蛋，哇，直接稍微出台的球被福原爱掌握到一板正拍，拿下分数。哇，打到最后，我想连这个德国的单小娜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打哈，他只光在推哈，那这个推过去呢，他也知道拿分的机会也不多了哈，所以整个慌掉了，应该是慌掉了哈。对，先带开，然后就是侧身打这一板球了。这一分总算是把他想打的东西给打出来了，应该就是利用。快节奏嘛，因为你推挡本来就是一个速度来压制对方，但一个选手哈，场上呢要随时的要自己队友最有力的打法拿出来了哈。那以这个比赛的过程哈，前两局呢，单小娜基本上都是被对方所控制住的。好球，对，先做一个引诱哈，让福原爱呢有往偏右移动哈，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反拍当然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不会说站在那边直接跟你反拍的对抗，对，他看住了哈，当然这个球对，直接要变线哈，变线做一个进攻，连拿四分哦。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哈，除了你本身的基本技术要实在之外呢。就是每球每一局每一球呢哈，你要有战术，你千万呢不能说啊，我打球呢也没有好的想法，就直接上场比赛哈，这样要赢球是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的。对，不过这一局当中呢，福原爱的发球让单小娜接得有点棘手。来回相当多拍啊，福原爱最后想要变线的时候呢。球挂网没进，哦，在比赛的过程也可以看出哈，因为呢，哦，单小娜有几次的呢直线的调动哈，福原爱，那这个球呢虽然没有调动，你就会发现福原爱呢感觉上就没有这么好处理。五比七，好球，横移过来，想要直接推对角，还是要让福原爱哈有向偏右。偏右的位置呢移动，福原爱也是想要趁这个机会调动，但是横移之后的击球毕竟稳定性没有那么好，现在双方剩下一分的差距而已，一样的位置，哇，这个球加速往中路打，上桥那太保守了，这个时候分数追上来就心里应该就想要保守一点要赢球，
我想不是侧身打，就是快变线哈、哦，快速的用他的推挡呢来压制福原爱的一个速度。啊，又是节奏上面的改变，还是太慢了，一快一慢之间哦，最后又是把球加速往中路。对三小娜的心态哈、哦，当你呢一直要保守，你就是哦，对啦，这一板球呢，事实上是在最有杀伤力，而且呢，能够让福原爱呢心理上、心态上呢会有所改变的一个球的路线。那你三小娜，你要放开去打，一定要放。我想他的教练哈、哦，以师姐的经验呢，应该会，尤其啊、哦、来到的这个。哦、第四集应该会很跟他提醒哈、哦，哦，现在对，因为发球失误的关系、哦，有让福原爱出现了第三局的局末点，7-10。好球，好球，就完全是一个推挡的一个技术哈、哦，那本身呢就是推挡是快节奏的回击。哦、虽然不是说特别的重板、哦、但是他的球速确实是很快的。没错，原来还有两个局点，啊、哦，又是一个反拍对抗啊、哦！用速度压制住了善小娜。第三局的比赛呢，一样是由日本选手福原爱获胜，比数是11-8，目前他以3-0领先善小娜了。节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2014年俄罗斯公开赛女单四强战的转播。目前在场上身穿水蓝色球衣的日本选手福原爱呢，已经取得3-0停牌的优势啊，就要看一下德国选手善小娜能不能够赶快啊，再把这个局势给扳回来。对，善小娜呢，在第三局很可惜哈、哦，他确实呢发挥了推挡结合快攻哈、哦，那第四局呢一定要大胆的啊、哦，对，哎呀，的机会球，一个机会球，高起来了，竟然没有把握住。对啦。一个正拍的快攻，这是善小娜呢最擅长哈、哦、最能够得分的一个技术。1-1。哦，如果福原爱能够顺利晋级的话，在决赛他将要对上自己的同胞啊石川佳纯啊，这也等于是日本国内、啊、头两号女单的正面交手。至于场上这两位选手，不管是福原爱或善小娜，都相当有机会有晋级到下个月的年终总决赛。福原爱在这一战打完之后，他参加的这个战术也达到 ITF 所规定的5战，而且以他达到4强的积分来讲，应该也足够让他闯进到积分榜上的前16名。2-2的平手，对，调开，撤开。哎呀，可惜了！哇，这个德国三小娜呢，哦，在正手拍的进攻哈、哦，感觉上呢哈、哦，是战术没有问题，这步伐哈、哦、稍微有点慢了一点。3-2，好球！直接的呢哈、哦，在推挡的变线呢已经加速了。对，让福原爱想要再转正手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3-3，轮到善小娜的发球，好球，还是、哦、让他这个偏右短球呢，福原爱一定要横移过来、哦、而且向前的动作、哦、那善小娜领先了1分。对，先带开，啊、哦，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能够在这么快的球速当中，我突然改变球的路线，这一球善小娜已经做好准备要侧身了。对，有时候因为你的预测能力是错误的，常常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以善小娜来讲，还是要这样打哈、哦，还是要
敢做一个正手的抢攻的。哇，被带开了。长球之后，同样的路线呢，角度更加的犀利，对，让福原爱呢再拿一分。哇，这个福原爱呢，因为他是正手，是一个平面胶皮哈，所以产生一个摩擦，哦，所以形成一个所谓的前冲式的拉球，快打漂亮，哦，这是标准的哦短颗粒的一个快攻。好球，哦，推挡，哦，要开始侧身了。可以发现哦，第四局的当中呢，你就会发现福原爱呢有造成很大的压力了，哦，哦，那也是可以看出单小娜呢，她已经开始比较积极的做好一些进攻的手段哈，哦，那福原爱就开始有点慌了哈，哦，已经在失误了。揭发了失误，也让单小娜现在领先两分。赶紧利用到场边擦汗的时间了。同时也冷静一下，自我肯定一下，要把场上的主动权给抢回来。哇，漂亮的一个，哦，一个推哈，哦，往这个球的，哦，旁边做一个摩擦哈，哦，你可以看出这个球是不跳的，这就是颗粒也有它的好处哈，哦，一个剪力的动作。好，快推，好球，哦，这个。击球的过程当中，单小娜心里应该是想又要赢球打稳觉哈，事实上应该要赶快变现的，哦，如果以这样目前的战术的整个看，哦，整个变化过程当中呢，哦，单小娜的心态哈，哦，确实要拼凶一点。对，好球，好球，开始调动福原爱了。现在单小娜的第九分也到手了。哇，这个教练应该稍微可以稍微满意一点啊，满意一点。那一般都是选手呢在场上哈，哦，的冷静哈，哦，是非常重要哈，哦，因为毕竟呢旁边的教练不能有做任何的手势的。哇，这时候呢，哦，日本的福原爱一直产生的失误的哈，哦，就等于说啊，福原爱不是只有看住反手就好，他又要看住右边，又要移动，这时候呢，重心各方面就会产生的一些问题。6-10的落后，现在单小娜出现了第四局的局末点，以反手的推挡挂网啊，让福原爱先追回一分。对，但领先的单小娜呢，也是要利用进攻的，不要啊，调动了，快攻。来挡回去，哎，再补上一板，最后单小娜用拿手的争牌攻势哦，拿到第11分。第四局的比赛呢，单小娜11-7获胜哦，总算是打破鸭蛋了，现在也把局数追成了1-3。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转播的现场。欢迎再度回到艾尔达电视，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俄罗斯公开赛女单四强战的转播。德国选手单小娜刚刚总算在第四局哦突破了福原爱的球路哦，把自己拿手的正牌攻势给发挥出来啊，11-7拿下第四局之后呢，现在追成了1-3的落后。当然福原爱这时候也必须要适时的进行场上策略的调整哦，刚刚是发生了太多无谓的失误。对，当然对单小娜来讲哈，哦，要赢球要拿分就是快攻最重要之外，推挡的变现啊，要提早，就是及时的，有机会就要变现。哇，可惜了，也是步伐哈，稍微慢了一点点哈，这个球应该要挤到身体的，没有哦，没有移开哈，没有移开哈。哇，明显的哈，一个快推哈，要调动福原爱的偏右的地方，但是出界了。2-0。调动。哇，虽然有一个擦网球，但是福原爱啊脚步调整的相当快。对，那从第五局的过程哈。福原爱也是先尝试哈，不能完全是打向
单小娜的一个反手位了，我也要调动你落点要做变化，我先帮你调动哈，就不会产生呢这个所谓的推挡的快压了哈，他我调动你，反正你单小娜你也要横移过来。相当快速的来回，最后福原爱的反拍出界，也让双方回到一分差。哇，这是左右的，哦，左右中哈，三小娜呢利用呢他的快节奏的这个变线，哦，又是出现失误了。如果福原爱呢，哦，加压式的直线呢产生的不顺的话呢？单小娜机会就来了，三比三的平手，又是连追三分回来了。单小娜开始不断在做调动，好，快侧身，哎呀，最后这一板侧身正拍没有进啊，单小娜自己都觉得可惜了。这个球打得太精彩了哈，哇，侧开的动作哈，稍微跳了两步哈，一般来讲就速度快的话。应该是一步就到了，好球，对，先正拍先起哈，啊，这第五局的过程哈，啊，明显的福原爱呢也是反拍呢，他的压制性已经减弱了哈，那福原爱呢应该要适时的做好侧身这个位置，看能不能抢分了，啊。哇，他拼命的一直发力哦，都要打起来。总觉得呢，也不晓得要往哪边打哈。直线的球呢，失误太多了。如果说场上在出现不利的情势的话，其实福原爱可以考虑要喊暂停啊。又来了，又来了哈，等于是自己的失误。对福原爱来讲哈。他太多要想要左右的变线，但是呢，你会发现哦，你变线呢往直线的时候呢，三角那也会做一个反攻。突然发了长球，挤压到了三角那，分数再度回到一分差。不过这局跟前局有点像哦，开赛的时候福原爱都能够稍微把分数拉开，但是三角那又很快的追上。好球，现在有点整个福原爱反手这个路线是被看住了，所以不管发挥再怎么快，总觉得单小娜也抓好了这个出拍的角度。对，那在推的当中哈，以单小娜来讲，她也知道哈，我有变线直线的话呢，对福原爱就是造成她的一个重心的会稍微有点偏掉的感觉。好，发球之后能不能撤开抢啊？好球，好球。哦，这个很干脆，而且很果断的，直接就推上福原爱的正手的直线。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哦，福原爱的反拍的威力就会减弱了。这个战术呢，越来越明显了哈。好，撤开，这板是主要的得分的技术。比数来到5-9。福原爱在中路这边呢，总算也挥出了侧身的这一板。对，这个应该是哈，就是他的红色这一面哈，它是一个可以拉、可以快攻哈，福原爱应该多利用一些了。再用接发球呢，直接拿下第七分，又把压力丢回给了单小娜。当然，领先的单小娜还有两次的发球前哈，一般来讲呢，就直接呢发完球撤开了，你撤开的话就是你的正手最拿手的一个武器，哎，还是没有，还是防守，又是先被福原爱调动，对，中路这边转正手，福原爱追成了8-9，剩下一分落后而已了，单小娜太保守，对自己不利哦，所以，发球前在手，就是发球抢攻，也是直拍的
主要打法，好发球，好球，直接的拿分了。想要再改变接发的落点，但是推网之线的这一板插网之后没进。这手先拉起来，哎，啊，直线直线哈、啊，这个没有问题，他也清楚的哈、啊，那个能够压住呢，福原赖的偏右的地方是对的。哇，这个力量，哼，对对，他自己也知道哈、哦，压得不够低呀、啊。剩下最后一个局点的机会，哇，哎呀，可惜了，福原赖自己侧身的进攻，直线的这一把没有打进哦，也让单小娜掌握到最后一个局点的机会，以11-9拿下第五局的胜利。目前两位选手变成是2-3，单小娜追到只剩一局落后了。下节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再度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女单四强战的第二场比赛，福原爱跟单小娜展开了激战了。虽然说前面三局都是由身穿水蓝色球衣的福原爱拿下，不过呢，接下来在四五两局，单小娜两度从落后当中死里逃生，同时呢，在反拍的推挡的部分呢、其实也发挥得更加凌厉了。特别是在调动福原爱的直线的这一板球啊，其实也让福原爱、原本相当凌厉的反拍攻势没有办法这么顺畅的展开来。对，当然，比赛来到了第六局哈、最重要的呢，互相的反拍呢，快速的对打当中哈、应该是谁能够先做有效的变线，而且呢，直线的这个球哈、要速度要快。基本上呢就能够拿分了哈。那以目前来讲呢，单小娜呢，当然左推右攻的选手推挡本来就蛮稳的哈。那福原赖呢，在吊直线的稳定度一定要增加哈，这样的话呢，可能他赢球的机会才会有的。第六局开始由福原赖发球，马上就展开正手进攻。对对，第一球呢，单小娜呢就先压向哈、福原赖的正手做侧身的进攻，我想这也是最好的打法，最好的打法。还是没有打开，没有打开的话呢，福原赖来讲，左右进攻呢是没有问题。开始就是让福原爱连拿两分，好，对，互相已经在开始先主动的调动哈，这个看看日本的教练应该很满意哈，毕竟呢，事实上福原爱哈，他的横拍呢，他的左右呢很快的哈，他先调动呢也是掌握了，哇，这时候呢，单小娜想要打直线自己掉分了。事实上，目前来讲哈，战术呢，两个都是心态上是一样。对，其实也都摸熟对方的一些打法，就是看谁发挥的比较理想。5-0，哇！第六局这一开始啊，狂风暴雨般的攻势啊。当然，这个德国的三角那也没有暂停的权利了。哇，连整个。我跟你拼推了哈，直线的、斜线的、对角线啊，整个节奏有点被打乱掉了。打乱了，应该单小娜就直接开始变线了，看能不能拿分啊。0-6的落后，单小娜必须要善用自己的发球机会。好球，终于呢。用他的短颗粒的快攻哈，这正手的攻击拿分的啊，这个球事实上是福原赖送到右边的位置给单小娜进攻。好，高抛之后，好闪身，没有机会哦，好球。还是这一局当中哦，其实直线这一板怎么推都推不进哦，让单小娜受到很大的伤害。
就是有了战术，但是执行力没有完成哈。哇，结果擦网要擦边啊，这是福原爱的幸运得分哦。那当然，对于上小娜的士气来讲，又是一大伤害啊。其实如果弹在桌面上的话，还有机会来接。8-1。这一分总算上小娜把直线的这一板给推进了，2-8，还有6分要追。哇，横移过来之后哦，来了一板斜线，上小娜完全没有预料到，已经做好准备要来反拍推挡了，但是正手这边的空档被对手给掌握住。对，事实上福原爱在这一局的当中做好一些的调动，但上小娜来讲感觉上步伐呢目前有点稍微慢了一点点。你看这个位置呢，你调开的时候呢，他的重心已经有点站不稳了。10-2，现在福原爱逼出了这样比赛的赛末点，反拍过网，让上小娜追回一分。不过这一局真的可以说完全压制住了上小娜的攻势。哦，再追下一分喽。所以其实从昨天的八强战到今天，也可以看得出来，福原爱在最后要拿下关键分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强调打的是快节奏，反而会出现比较多的失误。哇，最后转成正手的斜线球，也让上小娜回击出界。比赛最后的结果呢，是由福原爱拿下了第6局的胜利，最后也以4-2力克德国选手上小娜，闯进到了女子单打的冠军战。最后局的比数是11-4哦，所以被上小娜追了2局之后呢，福原爱踩住了刹车，也拿到了一张女单决赛的门票。他的冠军战对手将是同样来自日本的石川佳纯。而在比赛结束的同时呢，邀请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这场球福原爱能够赢球的关键在哪里。对，应该来讲是应该是德国的上小娜哈，他是一个左推右攻的一个打法哈。那这场球赛他主要输球的原因呢，左推的时候呢，变线的速度还有果断性不够哈，影响他的整个调动。再来呢，右攻呢就是侧身抢攻呢，完全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一个攻势哈。那也可以看出上小娜呢，他的步伐上呢是稍微慢了一点点，所以整个比赛当中呢，对福原爱来讲没有很大的一个压制性。那以日本的福原爱能够赢这场球赛呢，基本上呢，他就是站在球桌的中路左右的开弓。最后呢就4-2就可以赢球了。好了，在这边也要请观众朋友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要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单打的4强战，要由德国的奥夏洛夫出战英国的德林克霍尔。双语播出，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2014年俄罗斯公开赛4强阶段的转播。场上即将要进行的将是男子单打的比赛哦。在画面上现在看到的是代表英国的选手德林克霍尔，他要来出战的是欧洲的第一单打，也是来自德国的奥恰洛夫。奥恰洛夫在11月份的最新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名，今年26岁的年纪哦。昨天的8强战当中呢，他是以4-1击败了日本的好手松平健太，闯进到4强。而在德林克霍尔的部分呢，这一战公开赛可以说是打得相当出色。第一轮比赛先淘汰掉了日本的选手之后呢，接下来连续击败了包括南韩的赵燕来，还有葡萄牙的好手博雷塔斯哦，也晋级到了4强战。那当然，今年呢，德林克霍尔也曾经拿下过西班牙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哦，所以可以说是德国英国的新希望啊。对，当然这两位选手呢，也是属于欧洲的打法哈。那两个呢，应该是强调的呢左右的中远台的反攻能力啦。当然对奥恰洛夫来讲呢，他比较有优势的呢，他的反手的发球可能可以制造很多的第3板的进攻啊。那双方来讲
我想要怎么压制对方呢？原则上呢，就是说发球抢攻，先抢攻的选手呢占有优势的。那两位选手都是横拍哈，所谓平面胶皮的，所以在进攻上呢，大多是叫做拉球哈，制造一个上旋来压制对方。奥乔洛夫呢，在这一站之前呢，今年在巡回赛一共打了三站的比赛啊，所以打完这一站之后呢，还要继续前往瑞典参赛啊，这样子他也可以凑齐到得以晋级到年终总决赛的五战资格，这也是今年度这个年终总决赛啊。要决选选手的一个条件啊，选手除了要成绩好之外，另外你至少要打五战的比赛才能够获得晋级的资格。所以其实许多中国好手，虽然说他们的积分都很高啊，因为通常只要他们出去打比赛，成绩都不错。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五战的门槛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参加年终赛的比赛。两位选手过去曾经有一次交手的经验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的时候，当时呢。奥恰洛夫是以直落式打败了德林克霍尔。当然，英国的德林克霍尔呢，这位选手哈，应该来讲，在国际比赛场上哈，除了西班牙拿冠军之外，一般来拿进入决赛的机会是不多了哈。所以他今天的表现呢，已经算是打得非常好。没错。那希望这一场球赛呢，对上奥恰洛夫呢，看能不能往金牌战哈来做一个迈向啊。西班牙公开赛跟俄罗斯公开赛一样都是隶属于 Major Series 的比赛，是属于巡回赛当中第二级啊。奥恰洛夫呢，今年也拿过一站公开赛的冠军呢，是在德国自己的家乡啊。那当然，德国公开赛是属于超级系列赛，是低级的赛事。好，比赛开启啊，可以看出奥恰洛夫呢，就是利用哇，直接呢想要发一个长球来对抗啊。那欧洲选手呢？那英国的选手，你可以看出啊，你长球呢，我当然就可以直接的发力的进攻。一开赛，等一个后尔先拿下分数。对，哇，又是很快的展开进攻哦。这个德林克霍尔这个步伐很快哦，这个你可以看出他这个整个重心呢也往前哈，然后左右的这种跳动哈，也完全是步伐非常轻快的。好，又形成了中台的对拉，还是由德林克霍尔的拿下第三分。没错。目前德林克霍尔在世界排名部分是第80名，也是英国选手在世界排名当中最高的。你知道，桌球运动虽然说是从英国发源的，不过后来呢，整个重心逐渐亚洲选手的发展。的技巧甚至是超越了欧洲选手。哇，漂亮的一个奥恰洛夫的正拍的对拉哈。那当然你可以看出了，德林克霍尔的反拍呢也是能够发出力量。原则上了哈，不管你是直拍或横拍的打法呢，大多呢要偏向右边哈，正手进攻会比较有效。哇，这个球呢？奥恰洛夫直接的快挡哈，也明显的呢已经掌握住呢，他的对手拉球的路线，哇，直接的快挡。昨天能够战胜博维塔斯啊，德林克霍尔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正手进攻是一大武器啊，所以今天就看奥恰洛夫怎么样来应对正手相当重的这一板了。好球！我的德林克霍尔的侧身非常快速。没错，那他在拉球的动作上你可以发现他是有点带有滑板的味道因为侧开之后呢，直接呢由外往内的一个做一个摩擦这个球呢，事实上碰到桌面的时候呢，会往旁边做一个弧线的改变。松远台反拍的反拉。这也是奥恰洛夫是越来越成熟的地方事实上，你跟欧洲的运动员的对抗交手呢，要特别注意他稍微退后一点点呢，他的防守的动作都是反拉，没有所谓的挡球
哦，那他们的习惯性的动作呢，就是打完快速直球，稍微会退后一点点去击球，这跟亚洲是稍微有点不同。哦，又要退后了，稍微退后了。哎呀，发球呢，想要偷袭，结果自己呢产生了失误。对，双方的差距来到三分，现在等一个霍尔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先拧起来，哇，再补上一板反拍啊！奥恰拿到第八分。对，德国这位奥恰洛夫呢，确实是打球的力量哈，不管是左边右边呢，都相当高的质量。那今年其实奥恰洛夫也前进中国，打他们的这个桌球超级联赛，那其实也是球队的主力哦，在中国还能够担任职业队的一号主力，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其实在中国联赛的经验也让奥恰洛夫哦是球技是更上层楼。哇，不过这一次等一个霍尔留在金牌的位置，突然的变线，对，他可以看出哈，虽然呢奥恰洛夫已经反拉了哈，啊，德里克霍尔呢完全是第一时间也是做一个快打哈，5-9，对 ，6-9。先拉起来之后，奥恰退到反手位啊，想要再反拉，但是实际上面晚了一点点，也让德林克霍尔再追一分回来。奥恰洛夫来到这一站赛事名列大会的头号种子，要来挑战今年公开赛的第二冠。10-6，现在奥恰洛夫抢先逼出了第一局的局末点。哦，又是发球想要攻击哈，但是对方还是出界了。所以比赛的第一局呢，是由德国选手奥恰洛夫拿了下来，比数是11-6，目前他暂时以1-0领先对手。以下节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男子单打四强战，为您带来的第一场比赛，有两位欧洲好手多对厮杀。身穿绿色球衣的奥恰洛夫呢，第一局的比赛以11-6打败了英国对手德林克霍尔，取得领先。不过，包括从西班牙公开赛的转播跟刚刚的第一局也可以看得出来，德林克霍尔在正手进攻这个部分呢，威力蛮大的。对，但对奥恰洛夫来讲哈，在第一局能够拿下的，主要呢是靠他的发球的啊，那能够呢做好一些进攻。哇，发球抢攻，哇，侧身的这一板真的力道相当沉重。对，这个英国的德林克霍尔，你可以看出哈，他还是比较强调他的正手的这个技术。1-1。虽然说德林克霍尔也是一有机会了，马上就想要侧身先攻啊，但是奥恰洛夫回击的速度很快。哦，好球！接发球呢？哦，出台呢？哦，这个德林克霍尔的这种正手还是拿下了第二分。放个哇，漂亮的远台的反手位的拉球哈，啊，可以看出德林克霍尔的这种爆发力，这已经是被动了哈，突然间呢做一个反拉，这是欧洲选手哈的特性，所以我想哈，这打乒乓球最后呢会产生呢就是力量对力量的一个对抗。哎呀，这个短球的处理哦，很可惜的，奥恰洛夫还是略胜一筹哦。这个突然间摆短哈，那奥恰洛夫呢，在短球的整个控制的变化，
跟稳定性呢，应该也是常在中国大陆比赛有关系的哈。那毕竟欧洲运动员哈，属于这台内球的处理哈，有时候呢总是欠缺它的稳定性。好球，突然改变了发球的方式哦。哇，这防守的过程哈是轻轻的一碰哈，当然呢这个球就没有什么危险。好，哎，下蹲发球，反手拉，侧身的，哇，这板球你可以看出哈，连续两板阿夫的这个力量，跟前一分有点像啊，这个角度相当刁钻啊，其实也让德林赫赫我反拉有一定的困难度在。虽然说刚刚德林赫赫有一次成功的中台反拉，不过刚刚在看到只要查洛夫能够侧身打出正手这一板，想要再持续有这样反拉的表现是比较困难的。对，一般就是说你可能哦已经退后的时候就是占下风了，就像这个球哈，奥查洛夫被吊中了哈，那所以原则上呢，一般的选手哦尽量的不要马上退后，好、哦、这样对抗好，对啦。这时候呢也可以看出呢，奥恰洛夫呢有机会呢进攻的位置呢都会打向呢、德林克霍尔的反手位，他也知道反手位呢、过来的球会比较没有那么有强劲。继续还是用下轮子的发球，顺手又是先开弓、哦、不过德林克霍尔这边也不想要处于被动哦，中远中哇哈，打到奥恰，最后是跪了下来，没有办法顺利的回击哦。对，确实是属于哈，哦，这个互相呢展现的那种爆发力哦，这个球确实是力量很大，哇，这个球马上往下降哦。6-5，奥恰还有一分的领先。又是哈，直接呢拉向呢德林克霍尔的反手位，这个位置哈也可以看出哈，奥恰洛夫觉得说，哎，反正你的反手呢，你虽然偶尔有一次的反拉，但是毕竟呢不会像他正手这么强。对，哦，所以选手呢一定要在，尤其在后段的关键时刻哈，一定要打向呢对方最难受的位置。从一开始的发球正手短的位置先去影响到德林克霍整个站位，接下来出场正拍一气呵成。好球，英国选手呢开始积极的抢攻了。6-7，又把分数给咬了上来。前一次交手，德林克霍尔没有办法从奥恰手中拿到任何一局哦，还是反拍哈、哦，反手位的地方哈、哦，造成呢，德林克霍尔的一个失误。你会发现哈、哦，这个动作呢，哦，他的所谓的摩擦的角度呢，跟正手稍微应该是比较差，比较没有那么好。对对，好，下蹲发球，奥恰的发球。哎呀，可惜啊！事实上，奥恰洛夫是一个机会球啊。想要，其实角度已经有出来了。对，这个球正手位的地方有空档。事实上，对他的对手已经撤开哈、哦。如果是对角线拉过去，应该拿分的几率很高。好，最拿手的也是反手位的发球。哦，反手的下蹲，哇，这个球又有一点点湿哈、哦，所以暂停一下。哇，还是要进攻反手位的地方啊，很可惜奥恰又是一次失误，这也让德林克霍尔来到第二局的后半段，现在把分数给扳平了，8-8。其实在俄罗斯呢，自己本身也具有相当不错的职业联赛在进行啊，所以在场边其实有蛮多球迷来看球啊。出来，哇，接发球太高了。奥恰洛夫的这种回击哈，对旋转的判断哈，哇，这个应该是不转的来球，所以你轻轻的一点呢，哈，
有时候就是太高了。好，第二个接发球，奥恰是不是领球还是摆短？好球，这次就摆得很理想了。短球回过来啊，还是被奥恰洛夫脚步直接一个往前，找到抢攻的机会。9-9，现在发球权回到了奥恰洛夫的手上。好，关键的两次发球哈，就看德林哥哦，这奥恰洛夫哈反手发球要怎么接哦？触网，触网。其实应该会跟刚刚一样，先发到德林哥霍尔正手的位置。对对对，大概就是以这个发所谓的侧上球了，哦，也让奥恰洛夫他认为说，我发的如果是侧上球，会形成稍微出台的时候，我就可以进攻。Move free arm。哦，裁判警告哦。9-0。奥恰洛夫，你发球呢不能往斜线哈，往内抛。好，干脆用反手发球。好像你说刚刚连续两次发球没有发进的这个影响哦，所以奥恰洛夫这一次的发球直接出台了，被德林克霍尔给逮到了。好，高抛发球，哇，又是直接侧身抢攻这一板啊，也让德林克霍尔9-9之后连拿两分，以11-9扳回一城。这是德林克霍尔对战奥恰洛夫所拿下的第一局，现在双方战成了1-1的平手。以下节目为双语播出。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公开赛四强阶段的转播。英国选手德林克霍尔面对身穿绿色球衣的德国好手奥恰洛夫，德林选手在前面两局打完之后战成1-1的平手。刚刚在第二局的后半段，两位选手9-9之后呢，德林克霍尔大胆的抢攻，让他连拿两分，最后也带走第二局的胜利。对于年轻选手也相当敢拼啊。对，一般来讲哈，尤其在比分9-9的剩下后面两球哈，那德林克霍尔这种判断出台球就是进攻哈，这是最好的一个战术。哦，这个奥恰洛夫呢，直接的短球的一个重板的一个进攻啊，这看出哈，奥恰洛夫的反手发球呢。不要太长哦，机会就有了。对，1-1。从奥恰的发球分当中哦，抢下一分。哦，这球，德林克霍尔这种侧身哈，很快哈。但是有点勉强哦，哇，这个线路已经被挤压到了。Let one 发球触网，要重发这一分。对，哎，天高的球哈，这个步伐稍微慢了一点点，对，这个球往下降了哈。所以你出手的时候偏慢哦，这个有时候就是打不好。哇，这次的发球其实也抓准了对手的站位，这个球救回来了。等一会儿，刚刚这个救球不简单哦，整个已经消失在画面上。哇，放高球。让我们透过哇，这个救球是用正面哈，有点像网球的打法。对对对，哦，确实，哦，这个应该来讲是欧洲选手哈常出现的砚台的打法。双方现在两分的差距。哦，等一会儿。就算掉分，其实斗志都一直维持得蛮高昂的。这场比赛以第一种子的身份要去挑战大会的第一种子了。2-4，好，好球！德林克霍尔的这个发球呢，就是
一个直线长球啊，应该是说突然的长球哈、啊，也使呢奥恰洛夫呢有点挤到身体哦、啊，所以这发球变化很重要了哈、啊。这个球应该就是发短球了。好，短球要进攻吗？好球，对，奥恰洛夫呢，哦，这个步伐有点被吊开了，4-4，双方又一次的打平。反手的下轮发球，发到反手位之后直接发力。这个双方轮到发球前哈，都是采用第一个，我就是长球挤压，然后做一个再次的进攻了哈。又突然变了发球姿势，好球！啊，英国选手呢，哈，还是利用他比较有力量的正手哈。积极的闪身，哇！这闪身拉一个哦，高质量的旋转哈，5-5。好球，积极的抢攻。啊，格林克霍尔的这种步伐呢，事实上哈、哦，横移过来了，左右的移动呢，速度是比奥恰洛夫来得快，哦，但主要呢哈、哦，还是要靠他的发球了，啊、哦，发球之后呢，比较有进攻的一种机会，好、哦，第二个发球，好、哦，撤开，啊、哦，领球的方式啊，对，直接化被动为主动啊，最后德林克霍尔还想再撤哦，速度上面稍微晚了，哦，这是在。哦，台内的短球呢，奥恰洛夫做一个拧球哈、哦，是带有进攻的一个威胁。再加上落点其实相当好哦，直接朝着德林克霍尔的身体过去了，所以再想侧身这个难度很高啊。6-6，还有这一局双方是咬得相当紧啊。哇，突然把球拨向了直线。对，这个正手位的拨弓哦，也是难得出现的一个技术。好，眼台对啦。哦，最后呢，奥恰洛夫很清楚哈、哦。站稳之后呢，还是拉向呢格林克霍尔的反手位哈、哦，那最后呢也可以看出哈、哦，反手位的反拉能力就比较弱了一点了。7-7，哦，还是没有哪一位选手能够把这个差距给拉开啊。好球，再次的拧球啊、哦，可以看出奥恰洛夫呢。在接发球部分呢，短球的处理呢，哦，造成的所谓的哦一个拧球的进攻哈、哦，再次得分。对。再试一次，这个还是有效。确实是，应该来讲是德林克霍尔的这发球哈、哦，太。变化性太少，所以呢，你可以看奥恰洛夫呢连拿两分啊。因为在发完球之后，德林克霍尔也只有就是不断的就是侧身想去攻啊，就是不管落也不管旋转。哦，这个球，奥恰洛夫说擦边哦。哇，这个球的速度蛮快的。10-7，所以在第三局的后半段，奥恰洛夫先从两个很好的接发球开始哦。现在已经逼出局点了，好漂亮的一个直线的拉球，我看出呢，格林克霍尔呢，当然这个球是奥恰回击哈、哦，稍微有点慢哈、哦，也可以看出欧洲的运动员哈、哦，左右进攻的能力哈、哦，是基本上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呢，当然领先的奥恰洛夫还有两次的。机会，那在接发球上呢？以奥恰洛夫来讲哈，台内的接发球没有问题了哈，就看对方是不是还是发短球。8-10。德林克霍尔还有两分的落后。好，第一个发球，
反球。哇，这一次德科霍有跟住哦，一开始就坚决要来打反拍的。哇，这个球太精彩了哈、哦！你可以看出哦，德林克霍尔呢调动之后呢，马上呢，哦身体向前哈、哦，赶快才去回击最后一个直线的拉球。哦，这时候呢，奥恰洛夫马上喊暂停哈、哦，这个他也知道这一集呢，到、哦、很关键，拿下来的话，就气势上来，气势就会上来了，对。所以奥乔罗夫也希望啊，不要夜长梦多，也不想要跟对手打 deuce， 希望接下来回到球路上面的这一分就要抢下这一局的胜利。对，但对10-9哈、哦，对奥乔罗夫呢是领先一分，但是对他接发球的时候就要判断哈、哦。如果我以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看出了啊、哦，只要呢啊、哦，德林克霍尔呢还是发短球呢，对奥乔罗夫来讲没有什么很大难度。哦、因为短球的领球呢，奥乔罗夫这个打得还不错，就担心的呢是哦，这个英国选手呢会不会突然间发一个极长球呢，有可能会挤到奥乔罗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事实上这个暂停呢是都是在思考哦如何的作战的哈、哦。那接球方呢，哦奥乔罗夫是属于比较被动哦，所以呢我想就是看他的预测能力哦，跟可能想一下那、哎、对方到底是会发什么球了。好，那发球的啊、哦，德林克霍尔呢？啊、这个比较能掌握，因为球是在你手上哦，你到底要发长发短，就由你自己决定的。Sorry。暂停过后，回到球桌上面，现在奥乔罗夫有一个局末点的机会了，要来接德林克霍尔的发球。对，这个非常关键啊、哦！好，发球员应该是正手做一个发球。哇，单球被领球了。正手的对啦，漂亮！你看出哈、哦、德林克霍尔的这种正手的这种拉球的质量哈、哦，事实上呢能够压给奥乔洛夫，应该是能够压制奥乔洛夫。10-10，奥乔洛夫暂停的这个意图没有能够实现，双方在第三局呢杀进了 deuce。应该拉反手，啊，太急了，太急了。事实上，这个球呢，哦，德林克霍尔的这个回过来好像是削球啊，又削过去啊，哦，这个奥乔洛夫只想说，我赶快要重板的拉球。事实上，这个可以再过渡一个了。哇，这个球表现太好。其实前面两趴他就没有很急，就是主要以落点为主了。现在德林克霍尔在第三局反倒是逼出了一个局点，转正手，发生失误。对，这个还是回到了 deuce， 啊，回到奥恰洛夫的发球。就看到比较明显，就是德林克霍尔主要得分还是依赖他正手的这一板球、哦，所以在关键时刻呢，反拍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运用哦。虽然他侧开是有他的目的啊、哦，很可惜啊，打没有打进。好，侧开，哦，全力的冲这一板球啊，奥恰洛夫呢？就是赌这一板哈、哦，对，那打向呢啊、哦、德林克霍尔的反手位哈、哦，但是他挡啊、哦、还是加力啊，如果不加力的话呢，他可能 就应该是会进的、啊。现在奥恰又有一个局点的机会了，要来接发。对，一个急长球哈、哦，这个球呢啊、哦，以德林克霍尔呢，这个就很冷静哈、哦，他也知道说。我每次都发短球，台内的短球呢，奥恰呢根本就是等在那边了、啊，所以一般来讲，选手哈、哦、要有一个胆识的尝试的，像这个球就挤到了奥恰洛夫的接近身体的位置。哎呦！这个接发球。想要再拨正手，但是力道大了。对，这个球是一种哈、哦。一个敢打敢拼的打法了，也没有错了，但是就是出界很可惜。那下一个这个德林克霍尔要怎么发球呢？还是急长球吗？可能奥恰洛夫已经准备了、哦。好，哎呀，又是长球哦，反拍，连续两板。哇，
之后登个霍尔，想要直接推直线啊，还是力道太大出界，这也让奥恰洛夫呢历经丢失之后，以14-12，辛苦的抢下第三局的胜利哦，重新要回了局数上的领先2-1。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转播的现场。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男单四强战的第一场比赛就上演了相当精彩的龙争虎斗。德国选手奥恰洛夫跟英国德林克霍尔这个典型欧洲球风的对决啊，刚刚第三局啊，双方一路是杀进了deuce 才能够分出胜负。对，但这两位欧洲的打法哈，可以从比赛的过程当中可以发现哈，形成呢对攻的次数呢，几率会非常高了哈。那短球上的处理哈，应该来讲是奥恰洛夫比较有一些变化哈，他除了白短呢，有台内的领球哈，来做一些搭配。Fourth game， 比赛的第四局要由德林克霍尔先来发球。哦，这个球反而是突然间突然好像短球了。对，这个动作好像是个波功哈，所以奥乔罗夫也吓一跳。Stop。结果奥恰洛夫是先跟主审要求说，哎，这个空拍的摄影机啊，这个摄影机的吊臂的阴影啊，有点影响到他啊，所以要求这一分要重打。哦，个机会球啊，这个奥恰洛夫呢想到哦用很大的力量哦，但是打出界了。林克霍尔强力的进攻拿下这一分，这是比较少见的用反拍拿下分数、啊、对，他没有退后，没有退台，是蛮有速度的。嚯、哦！触网之后，奥乔洛夫很快的调整好脚步、哦，再补上一板。哦，你可以看出哈，奥乔洛夫的这个进攻呢，速度呢？确实很快哈，哇，这个球已经被球所冲上来了。重新再整理一下情绪，回到球桌上，轮到登克霍的发球。好球，台内的一个波攻哈，也可以看出德林克霍的这个反应。这种球哈，它向前之后呢，就是一个重心呢，一定要赶快的到位。哇，漂亮！这个反应相当快啊！奥乔洛夫已经拧得很漂亮了哈，但是感觉上呢，德林克霍已经等在那边了。在第四局呢，德林克霍有一个相当好的开始哦，5-1的领先。正手的对拉，这个球，奥乔洛夫呢预测也不错，很快的要赶快的第一时间去挡，但是也是碰到网子哈，出界，往前的往前的哈，他觉得说我就以这个速度啊时间来压制对方啊，好球，好球，正反拍两面开弓啊。这一分呢是打到奥恰洛夫，只能被动的防守。对，看出啊，英国这位选手的精彩表现哦，他的反拍呢，也是近台来讲蛮有威胁性的哈。好，又是个触网哈，当你赢球的时候呢，就是很顺啊。这场第四局来讲呢，
我想德利克霍尔呢，就是照这个模式哦，应该是拿下来没有问题的。又是一个眼台的反拉，哦。现在差距已经来到八分了，奥恰也是打得有点没有斗志啊。对，罚哇，漂亮的一个近台的哈、哦，反所谓的一个前冲的反拉。哇，这一局里头，德林克霍尔的反拍表现真的相当神勇啊！对他应该说啊，来，我尽量的呢，如果反拍对抗，我就是在留在靠近球桌了。哦，平常球这边奥恰先拿到第二分。这个在打法上呢，哈，因为分数也有点差距哈，奥恰呢完全是没有考虑的。一个加力，2-10，好巧，现在是等于直接拼了、啊。对，直接放了这一板也是直接发力哦，冲对角。有时候呢，就是能够放松的呢，击球呢，就会展现出它的力量哈。但是这是分数落后蛮多的才会有这样。一般来讲哦，你很紧张的时候呢，力量的这个展现就不叫考虑了。中午的这一板球没有进，也让德林克霍尔最后是以11-3拿下了比赛的第四局。前面四局打完，现在双方啊2-2再度战成了平手。双语播出。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来欣赏俄罗斯公开赛男单四强战的转播。奥恰洛夫跟英国选手德林克霍尔哦，前面四局打完，现在双方呢2-2的平手。英国选手德林克霍尔真的是充满爆发力啊！对，当然你可以从第四局哈、哦，这个德林克霍尔的啊能够拿下来呢，主要呢他的反手的击球哈、哦。如果不退台，加上他侧身正手这一板哈、哦，是确实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所以我想奥恰洛夫呢应该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哦，是不是做一些进攻？哦，像这个又开始进攻了。哦，这个球打偏了哈、哦。奥恰洛夫呢要能够战胜的话哈、哦，可能对于眼台中眼台的反拉哈，可能要位置呢要注意哈。一般来讲哈，你可以拉开呢距离的话呢，哦，德林克霍尔的反拍会比较弱一点。但是如果你在近台的时候对抗呢，他的这个反拉能力就很强。1-1，领到了中路偏右的位置，让德林克霍尔下一板出界。接发球的变化还是奥恰洛夫比较丰富一点。对啊，那当然，这发球员会不会有长短的变化最重要。哦，直接得分哦，刚好这个对奥恰洛夫来讲呢，也很少出现哦，在接发球上呢，哦，直接的出界了。2-2。好球。发一个侧上球哈，短球的侧上哦，发出去的时候呢，哎，这个哦，德林克霍尔的摆短哈，结果是一个偏高，好，反手再发一个侧上，哇，这是一个稍微靠近球桌哈，那做一个反拉，哇，这一球哈，也是在。前面一局到目前来讲呢，我非常有杀伤力的一个技术。本克霍尔在前面两局的反拍发挥其实并不理想啊，不过没想到来到三四局之后啊，整个是调整了过来。应该也是很有经验哦，他知道啊，我不能退，不能退啊。3-3的平手，又是一个反拍的反拉哈、哦。再次的当然是幸运球了哈，所以英国选手再拿到了第四分，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啊！
就是用领球的方式，中线稍微偏右一点的位置哦，让等一下霍尔又一次的失手，4-4。反手的夏伦兹发球，奥乔洛夫的招牌武器。哇，这个被挤压了，挤压到了哈。虽然奥乔洛夫呢，中远台能够发出力量哈，但明显呢，哦，这个位置呢，稍微哦没有移过来，就是一个身体呢重心不稳。好，再次发球，再拉起来。好球！哦，本科霍尔在这局当中进攻的力道啊，反倒是让奥乔洛夫有点守不太起来啊。对，那以德林科霍尔哈，你会发现呢，他的正手的力量哈非常强，那反拍如果再结合近台的发力，哇，那这真正相当有威胁性。好，侧拍漂亮，奥乔的反拉。来到近台的位置啊，但是德林科霍尔不管怎样还是继续正手加转啊，正手加力啊来冲这一碗球。对，他这种正拍的爆发力，你会发现哈、哦，而且他步伐又快哈、哦，那总结的每一个球呢哈、哦，他就尽量的要闪身啊，左右横移的跑动哦，来压制奥恰洛夫的进攻啊。哦，这个球打起来就没有那么果断了哈、哦，想要轻轻的带过去哈、哦，结果造成的失误。好，落后的奥恰洛夫，好，两次的发球权，5-7。我想对奥恰洛夫来讲哈、哦，当他的发球呢哈、哦，可以发一些带有上限的球啦，大概因为以。哦，找下蹲发球，哦上哦上线，哎呀，这个球应该可以做一个拉球才对，因为有点偏高了。对，他自己觉得位置没有做好一个进攻。5-8。对啦，应该是奥恰洛夫哈、哦、掌握呢，因为。德林克霍尔的接发球哈，毕竟呢不像奥乔洛夫有那么拧球啦，有其他的变化。对自己刚刚这一板回击啊，感到相当不满意。不过现在德林克霍尔还是有着两分的领先。白短，好球！一个白短之后呢，影响呢德林克霍尔的步伐哈。那现在呢，剩差距一分，马上喊暂停哈。那对德林科霍尔哈，应该要能够利用呢他的发球的变化哈，制造呢抢攻或者呢让奥乔洛夫呢接球上不顺了。对，不过这场球看到目前为止，奥乔洛夫拿手的发球抢攻其实也没有发挥哦，所以比较多打的是落点跟防守了，这也让其实德林科霍尔有蛮多机会啊，能够占据场上的主动权。对，那事实上哈、哦，以奥恰洛夫来讲呢，他如果要压制呢德林科霍尔的话哈、哦，可能在处理上哈、哦，可以直接的呢做一个调动哈、哦，让他向右移动，形成退台。那退台的时候呢，奥恰洛夫就可以打向德林科霍尔的反手位，啊、哦，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有利。那再加上呢，如果奥乔洛夫发球之后呢，哈，因为他的对手呢都是白短为主哈，所以基本上呢发完球呢，有可能站位靠近球桌一点点，稍微高的话就直接进攻，哈，这个比较有利。暂停之后回到场上，德林科霍尔剩下一分的领先优势哦。当然对德林科霍尔的这种发球哈，这一球哈。一般来讲哈，你可以大胆的尝试直接的冲向哦一个极长球啦，来做一些变化。那当然就看他有没有这种心态。哎，对，极长球抢攻了，没有错，很冷静哦。正手的对抗啊，反手，哎呀，要打太偏了哈。奥乔洛夫呢一直担心哈，如果打向呢哦
德林克霍尔的正手呢，怕他反拉，你会发现哦，已经拉偏掉了哈、哦。这个就是奥恰洛夫呢，想要去拉反手位啊，自己的压力存在了哈、哦，才会产生这样的失误。好，要特别注意，发完球向前一点点，好，摆短。这时候呢，乱掉了哈、哦，因为奥恰洛夫呢，你可以看出呢，他发完球之后呢。刚刚要处理，到底要用正手处理，还反手是自己还犹豫了一下哈、哦，当然也是让哦这位德林克霍尔的一个机会了。对啦，直接的拨弓哈、哦。那我想选手呢一定要很清楚呢，对方呢的战术，他的打法。事实上哈、哦，奥恰洛夫发完球呢拿分的几率很高，又是一个摆短哈、哦。这个球呢原则上呢摆过来，如果很短的话，可以摆回短。如果偏高，我就进攻了，啊，所以应该是要观察一下。10-8，德林克霍尔现在两个局点，拿下这一局就能够反超奥恰洛夫。削球，哇！结果这个下旋让奥恰洛夫的抢攻挂网，这也让德林克霍尔最后是以11-8抢下了第五局的胜利。现在反倒在局数上面啊，3-2，一局领先奥恰洛夫。欢迎回到爱尔达电视，继续跟着我们一块来欣赏2014年俄罗斯公开赛男单的转播。德林克霍尔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4岁。现在他在这一场准决赛当中呢，是以3-2啊领先德国的第一号单打奥恰洛夫、哦，有没有机会来上演奇迹？当然大爆冷门。对，应该来讲哈、哦，如果在哦德林克霍尔的发球上哈。能够有长短的变化，如果目前来讲有长短变化，大概会造成奥恰洛夫接发球确实是有难度的。好、哦，一个长球，好、哦，直接的进攻。哦，这个球很可惜哦，也是最拿手的正手拉球哈、哦，很可惜的出界了。这也让奥恰洛夫是先拿到分数。德林克霍尔还有一次发球的机会。对，正手对正手，啊，对奥恰洛夫呢，不见得会有利了。目前来讲哈、哦，而且呢，你可以看出这位英国选手的这个正手的力量哦，是他比较有擅长的动作了。好，退开，好，哦，反拍的反拉，哇，刚刚这一板。相当精彩，不过最后呢，正手并没有衔接上来啊。有时候呢，当你打顺的时候呢，就是有这种气势。好到了 ，OK， 奥乔洛夫这个防得好，而且呢是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快压哈。还是用正手拿下分数。对，当然对奥恰洛夫呢，哈、哦，这个台内的拧球哈、哦，可能要有一些弱点的变化哈、哦。毕竟呢，哦，德林克霍尔的这种哦进攻的气势蛮强的哦，又在进攻了。好，远台对拉。对，最后呢还是拉向他的反手位哈、哦。这个对奥恰洛夫来讲呢也很清楚啊。哦，能过呢？对拉的时候呢，可能德林克霍尔的反拍呢，他是在拼的感觉哈、哦。事实上，他的稳定性就没有来的正手这么稳了。哦，这正手不错哈、哦，这个球呢，对、完全是没有站好，也是在做一个发力。这局换了一件球衣上来之后，奥恰洛夫也重新找回他正手的进攻威力。我这边的反手出界也让德林克霍尔拿到了第三分。对，这是在处理这种左手的反手位置呢，应该是不要退台，不要退台。好，奥恰洛夫发短球，连续两板的进攻，
还是拿下了分数。哇，这也是德林克霍尔今天的最让奥肖洛夫感到头痛的。对，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能闪身我就闪身，对，哎，我就是利用我的正手呢来压制你的正手反攻啊，哦，哇，八长球，我这个球就没有被骗到的啊，已经准备好了哈。奥肖洛夫呢也很冷静哈，在观察啊德林克霍尔的发球的位置。好球，奥肖洛夫短球的领球，还是带给对方的一个压力。这两个发球都拿下来啊。奥肖洛夫呢还在发球之后哈，还是没有注意呢德林克霍尔这种摆短哦，这个机会太多了哈，他应该是发完球呢站的位置呢不要太后面，应该是向前。好，改变发球方式，正手高抛发球，对，又是短球。哇，这个高球德林克霍尔并没有掌握住哦，也让奥肖洛夫是首座领先。这个球是一个机会球啊，自己呢没有拉好一个摩擦。好，比分落后两分的德林克霍尔的发球哈，那当然对发球上哈也要观察一下哈，可能是短球为主。哇，奥肖抢先上手进攻，两个角度是打得相当犀利哦，最后也让德林克霍尔守不下来。对，这个奥肖的接发球的变化，你可以看出他有摆短哈，也有做一些进攻的一个策略。好，第二个接发球，哇，加转，突然一个搓长的下线球，这个球的落点跟德林克霍尔最后想出手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奥肖洛夫9-5，逐渐迈向了第六局的胜利。连续的进攻，最后德林克霍尔只能用挡的方式啊回击啊，就是借力的回击了。那当然对奥肖洛夫来讲呢，他会要继续的进攻的，因为对方没有攻势哈。所以这一分也顺势拿下来之后，奥肖洛夫以11-5抢下了比赛的第六局。现在呢，双方战成了3-3的平手，要进行决胜的第七局才能分出胜负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男单四强战的第一战啊！哇，场上的两位欧洲球员的交手，就要带给观众一场七局大战，才能分出胜负。英国选手德林克霍尔今天带给世界排名第六的奥恰洛夫非常大的压力。对，当然关键的第七局呢哈，我想尤其英国的这个德林克霍尔呢哈，在发球这一段哈，一定要有一些长球的变化了。那接发球原则上呢，哇，第一个球呢也是突然出现拧球哈。但是德林克霍尔呢在心态上呢能够放开的去接发球哈，这个比较有机会赢球。1-1，对，要拿分好，就是靠侧身这一板哈来压制。对，来到第七局，德林克霍尔还是放开来打，所以一有机会还是要尽力的去抢攻啊。对，好，发短球，奥肖先拉起来，正反结合的进攻，哇，终于撤开了，终于撤开了。对，可以看出精彩的一板反攻啊。对，德林克霍尔的这种哦正所谓的抢攻啊，这个力量呢，哇，这个连奥肖洛夫都追不上啊。好，德林克霍尔的第二个发球应该是要做一些变化了哈，毕竟呢已经来到后段了哈。
能撤就撤，好球。这个所谓的近台的反手的拉球哈，也是常常出现得分的这个技术啊。没错。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要考验了哈，奥恰洛夫呢，他在发球之后呢，有可能他的对手呢是摆一个短球为主哈，那你如何的进攻呢？就看好摆短，哇，这个特别短啊，爬过去了。这个幸运的得分让德林克霍尔再下一层啊。现在把差距拉开到三分，然后乔罗夫现在应该很希望啊，还有一个暂停可以用啊。不过他在第三局的时候已经用掉了，还是摆短。对，这个短球要注意啊。这时候呢，连反手都有办法了。对，你会发现呢，事实上呢，哦，这个德林克这个霍尔这个选手哈，他的接发球这个部分哈，事实上变化不多了。那奥恰洛夫呢，他发过去之后呢？就要注意要如何的进攻才对哈、哦。好，现在呢，分数呢来到了五分哈、哦，就是，哦，要换场地。A cheer of play. 五比一，德林克霍尔的发球。决胜局有一个好的开始，现在换边再战。奥恰洛夫、哦，对，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一分给打进。对，那德林克霍尔哈，他的想法就是说，我就是移动移动哈，闪身闪身，哦，不管怎么样，我就先把你拉起来，哦，中远台对抗也没有问题。哎呦，就射身了，好，形成中远台。这一分的移动的范围相当大、啊。对，那你也可以看出奥恰洛夫呢，你只能啊。拼命的防守或对拉了，啊，落后的奥恰洛夫呢，看能不能在发球上呢，稍微注意短球，对，这个短球要稍微注意了。啊，士气打乱了，应该是打乱了。对，现在奥恰洛夫有点怎么打都不是的感觉哦。现在第九分也到手了。德林克霍尔，英国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80，他挑战排名前10的奥恰洛夫，现在在决胜局竟然有着八分的领先。哇，又是拼命的哈，做好一个正手的一个抢拉了哈。那当然，奥恰洛夫这个球呢，守下来呢，也带有点运气哈。对，因为他事实上只是挡过去而已。好，接下来呢，德林克霍尔也是正手又再拉了，反手。再转正手，最后让奥恰洛夫想推直线的时候没进。哇！现在10-2，英国选手德林克霍尔逼出了这场比赛的赛末点了，有8个机会啊，能够再完成一场，哇，可以说是大爆冷门的戏码。好，正手，好，远台，哦，漂亮的一个快速的拉球，拿下了最后一分。现在近台。回击之后呢，紧接着脚步移动非常快，挥出了一板制胜的正拍啊！最后呢，英国选手德林克霍尔以11-2拿下比赛的第七局，4-3击败了德国欧洲的第一男单啊，奥恰洛夫，晋级到了俄罗斯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哇，这场比赛真的是太神奇了！当然也要请庄老师跟我们谈一下这一场球德林克霍尔他发挥能够战胜奥恰洛夫的优势在哪里？对，那你可以看出啊、哦，第七集关键的这一集呢，哦，英国的德林克霍尔呢，他就是很清楚摆明的，我的正手的抢攻呢，就是可以压倒奥恰洛夫，所以他每打完一球呢，他就横移过来，哦，左边的横移过来的正手一板一板的进攻，那也可以看出关键的第七集呢，德国的奥恰洛夫只能防守哈、哦。所以从比赛的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进攻的手段越高呢，得分率就越高。那也可以看出呢，哦，德林克霍尔的这移动哈、哦、的步伐迅速，还有力量的展现。那最后呢，你可以看最后一集呢，能够差距这么大赢球哈、哦。所以呢，我想也是主要是正手进攻了。没错，德林克霍尔这场比赛一路淘汰掉种子晋级哦，先是淘汰掉第二种子的赵燕来，接下来第三种子的福维塔斯，现在。他淘汰掉了大会第一种子奥恰洛夫，拿到了冠军战的门票。
这边邀请观众朋友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会为您带上水谷隼对决单羽孝希的比赛。欢迎回到艾尔达电视，继续跟我们一块来欣赏2014年 ITTF 俄罗斯公开赛四强阶段的转播。场上正在进行的将是男子单打四强战的第二场比赛，将有两位日本好手正面交锋。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位是世界排名第七的水谷隼哦，当然这个画面上给的资料呢是十月份的世界排名哦，在十一月份水谷隼又升到第五名了，所以代表除了中国排名前四名之外，现在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选手。他的对手呢，则是同样来自于日本的20岁的选手单羽孝希。这两位好手也等于是日本头两号男单的正面交锋啊。对，也可以看出哈，两位选手呢都是一样是左手哈横拍的一个打法哈。那以水谷隼来讲呢，哦，以单羽孝希呢都是在反手位呢，在出手的节奏是非常快哈。那加上正手的抢攻呢，打法很相似，但是呢，水谷隼的好处呢，就是退后一点点的中眼台呢，他的这种能力呢是比较好一点的哈。所以单羽孝希呢，哦，应该呢要快节奏，在近台呢就来决定能不能赢球了哈，这样会比较有利。如果形成了对拉中眼台的话呢，当然对单羽孝希就占下风了。当然，这两位日本头两号的男单呢，啊，过去在国际赛场上并没有交手的记录，不过这等同于是全日本这个锦标赛单打冠军的感觉了，只是战场是搬到了俄罗斯。对，单羽孝希哈，这位选手哈，啊，以他这种应该是身材比较啊，比较小一点哈，应该来讲的体型哈。所以他的击球呢，不是完全以力量来取胜哈，他很多技巧呢，他的动作非常的迅速哈，也感觉上呢，有时候觉得那种动作很像是不合理，也是跟球也能打回去哈。没错。哦，这时候呢，可以看出啊，单羽孝希的移动的速度哈，很快哈。一开始先连拿了两分，好，眼台对拉了，这时候呢，啊，水谷隼呢就比较有力了，比较有力哈。但两个呢在近台的处理哈，都是属于快节奏的。好，短球的处理，好，这时候你可以看出单羽孝希呢，在接发球上呢，对方抛起来了，他这人已经站在球桌的里面了。单羽孝希想要冲短直线，没有打进。今年20岁的单羽孝希呢，在去年2013年的时候拿下了全日本锦标赛的第一名，同时也中断了水谷隼的连霸。不过今年水谷隼很快的又把这个头衔给要了回来，所以这两位朋友等于是包办了近几年以来全日本锦标赛男单的冠军。对，那比赛的整个战术哈，啊，可以看出哈，水谷隼呢在近台上哈先做一个对抗，当你来回球增加哦，所谓的来回相持增加的时候呢，水谷隼呢他就不跟你打快哈，他会稍微退后半步，好，退后半步之后呢，让形成呢长球的对抗。那以单羽孝希来讲呢，他是尽量哈快打快结束的打法了哈，所以这个单羽孝希呢会拼命的抢攻。4-3，现在水谷隼还是有着一分的领先。今年水谷隼的状况其实也保持得相当不错，包括在亚洲杯拿到第三名的成绩。那在亚洲杯他是击败了台湾好手陈建安了，另外呢，在世界杯，八强战上也是打败了庄智渊，所以也等于是台湾几位男单选手算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了，蛮大困难要打败的一位选手。好球，单羽孝希再拿了第五分。好，你可以看出他发完球呢哈，他会快攻为主。好，在这时候水谷隼呢，稍微往后再做一个回击。
我相较于水谷隼打台湾几位选手都占有优势了，反倒是丹羽孝希呢，其实台湾选手对他来讲好像比较好打，包括庄智渊跟陈佳安都有打赢过丹羽孝希的记录。Five, six. 当然，以水谷隼的身材来讲，也是日本选手里头比较少见的这种高大型的男单选手。一般来讲，你男子的比赛当中尤其单打的比赛了，你近台的功力很好之外呢，中远台一定要有一定的能力。那现在呢，丹羽孝希呢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中远台这个力量他就没办法发挥的很好。好，台内球这没有问题。只要带开对，你大概会发现还是水谷隼的掌握度呢会比较高一点。哇，这个发力了这个球往前冲。6-6的平手，现在要轮到丹羽孝希来发球。好，放高球，丹羽孝希呢这个球在所谓的近台一点点做一个反拉。7-6，前天的比赛，丹羽孝希是击败了弗拉的阿波罗尼亚。那一场球他的打法真的变化多端了，打的对手很难受。不过面对到这么熟悉自己的水谷隼，这场球的难度只会更加提高。这双方事实上都是熟球的对抗，太熟了，然后基本上都是尽量的呢打出的他的正手的拉球了。那在进攻的手段上丹羽孝希这第一集的比赛他是以快速的一个反拉啦进攻来控制水谷隼。好，要准备要侧身的这个打完就感觉上是要转为正手。10-6，可以说在第一局里头，丹羽孝希这种快速的节奏有点影响到水谷隼的发挥啊。11-6，最后丹羽孝希没有浪费掉任何一次机会了，第一个局点就顺利拿了下来，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现在1-0领先水谷隼。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男单四强战啊，两位日本好手的正面交锋。第一局的比赛由今年20岁的丹羽孝希先抢下胜利，比数是11-6。第一局还是把场上的节奏给带得相当快。对，丹羽孝希呢，除了节奏快之外你会发现他有机会呢，就是侧开来做一个进攻。那但水谷隼第一局好像是比较守势的所以我想落后的水谷隼呢，是不是能够在发完球呢，要做一些进攻了？丹羽孝希在11月份的世界排名也排在第14名，所有的日本选手里头是排在第2。那事实上不止单打，其实他在双打赛事的发挥也相当好。这个球，水谷隼的机会球但是，最后是有擦边的，擦边的一个好看好一个擦边幸运的一分。反拍贴上去了，最后没有能够打进，也让丹羽孝希又一次的抢下领先。这个球可以看出丹羽孝希的这种速度所谓的进攻的这种移动非常快速啊。丹羽孝希近年来讲可以说是葡萄牙选手的克星今年包括了维塔斯跟阿波罗尼亚，没有任何会葡萄牙这种好手能够从他的手中抢下胜利。2-3，不过也就是在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里头丹羽孝希可能比较难讨到便宜啊。对，应该来讲如果你碰到就是前10的选手你快节奏打呢，可能没办法
马上就决定胜负嘛，所以会延长来回球的连续性，就会形成中远台力量的对抗，那对丹尼孝希来讲就比较不利。那这一场球赛呢，到目前为止呢，你可以看丹尼孝希呢侧身打，大半的一两板就结束了哈，所以水谷隼呢要能够对抗的话，可能先防住一两板哈。哦，形成呢不叫远台的对抗，好像这个，哦，打个一两板之后呢，才有机会。是。分数来到4-3。那当然，防守也是水谷隼的相当拿手的技术啊。这手感真的相当出色。哦，放高球，哇，跳高起来杀。哦。位置打得太好了哈，对，他就知道水谷隼呢，哦，要撤开，结果打到他的正手位哈。我看一下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擦边吧？没有没有。Right return from another side, the cross. 哇，不过最后裁判把第四分给了水谷隼哦，所以是认为刚刚有擦到球桌边吗？但是对丹尼孝希来讲，他还是有质疑的。对，现在也在跟主审跟副审做确认。这个从比赛直接给分了。对，他应该是虽然是很高往下降哈。OK。哦，对，那哦，不过水谷隼这边是跟主审反映说没碰到，没有碰到，应该是没有碰到。对，把这个分数还给了丹尼孝希啊！哦，这球进的真的是太神奇了。现在丹尼孝希是5-3的领先，对，快打哦，一个快拉。目前来讲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以丹尼孝希的节奏哈来整个控制的水谷隼哈，那很难得哈，以水谷隼的经验哈，应该是做一些哈这个调整一些战术，就是所谓的节奏，包括呢哈水谷隼应该要打一个直线球哈。让丹尼孝希呢，哈，会横移过来，一横移过来，就像这个，就会形成了中远台对抗。那以水谷隼呢，目前来讲，一直打他的反手位，哈，那侧身呢，就是丹尼孝希的一个主要的打法。7-4。哦，水谷这次反拍的回击，插网之后出界。哇，又是要撤开了，你们看到哈，从画面可以看出哈，丹尼孝希的这种积极的抢攻呢，当然就是打出他应有的节奏。对，哎呀，可惜了，这个想要弹到网上面没有过去。哇，这一集又要放弃了，感觉这一集要放弃了。10-4，10-4，现在丹尼孝希逼出了6个局末点。好哟，直接拼球啊！没有打进的情况下，也让丹羽孝希以11-4拿到比赛的第二局，在这场四强战当中，2-0暂时领先水谷隼。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男子单打的四强战，丹羽孝希现在2-0，暂时领先了同胞好手水谷隼。当然，在这样比赛里头，现在水谷隼的整个比赛的节奏有点被丹羽孝希给牵着走的感觉哦，还没有办法打出自己擅长的球风啊。对，应该来讲哈，丹羽孝希呢，他是利用呢移动侧开的动作哈，拼命的打出他的节奏。那如果水谷隼呢，要在这一局要拿分哈，可能这个直线的球哈，让丹羽孝希正手在移动哈，就这个球要多一些。好，这样的话呢，哦，当丹尼孝希呢向他的正手移动的时候呢，哦，他的步伐就会往后一点点，哦，才能形成中远台对抗。1-2，1-2。哦，开始发长球要 2-2 要抢哦。3-2。哦，双方的节奏还是一直都保持在高档。哇，连攻三板啊！当丹尼孝希哈能够在站在球桌靠近到近台的这种打的时候呢，他
他的动作是很迅速、很快速的。对，正手的对拉，最后失误准了，总算应该是抢下这一分了。在球的距离呢，互相已经拉到中台哈、哦，那就是他的目的了。五比三 ，Let 触网，这一分单羽孝希要重发。发球，哇，这个直接拿分哦，对。哦、很动作很快，所以戴孝希好像也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啊。哇，这两位选手的这个整个准备动作好像打起来好像每局有计时的感觉，五分钟内不打完好像会不会扣分一样啊 ？Five six， 我趁着这一波，水谷隼现在把比分咬上来了，五比六，剩下一分落后而已。好，带开，对，形成了一个防守。好，单羽孝希不退台哦，尽量的站在球桌近台一点点，继续攻击。反拉，哇、哦，这一次是由单羽孝希占了上风哦。最后水谷隼想要拉对角线的这一板挂网。哦，不过今天单羽孝希在中台的发挥其实相当不错、哦。哇，这个球被带开了，带开了。哇，好球，一个插网哦，新年的一分。啊，水谷隼拿到了第六分。对，你可以看出哈、哦，水谷隼呢。要一定要有机会呢，打直线球啦，哦，让这个单羽孝希呢横移过来去打他的正手，这个时候就会打开他的步伐。哇，又是中间稍微偏高一点的位置哦，单羽孝希很快的横移到中间。对他的得分呢，还是所谓的闪身这一板哈、哦？啊、哦，打直线，哎呀，自己被挤到了哈、哦，落点比较深啊。这个突然间一个加转的长球，对，又带开了哈、哦，还是水谷隼呢，很有经验，很有经验哈、哦。但是要如何的掌握呢？哦，出手的时机这是重点哈、哦。好，高抛发球。抢攻了，又是得分的武器了。不过应该有，这次守得相当漂亮，应该是没问题的哈。因为单羽孝希呢，已经退到远台哈，啊，防守能力就会比较弱了。九比九，第三局来到后半段了，现在双方战成平手，要轮到单羽孝希的发球。跟这一下，现在发球权是在水谷隼的手上，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哇，这个球完全是单羽孝希的这个接发球的出手太快了。哇，高水准，高水准，已经等接发之后，接下来衔接的这一板相当漂亮啊，也让单羽孝希最后是在对手的发球分上面呢，连抢了两分下来，十一比九拿到第三局的胜利，现在也取得这场比赛的停牌优势。欢迎回到转播的现场，俄罗斯公开赛男单四强战第二场比赛有两位日本的顶尖好手对决哦。没有想到单羽孝希在面对水谷隼的比赛当中呢，一连拿了三局啊，现在取得绝对的领先。1-0 啊，落后的水谷隼哈，要如何在第四局呢？啊，拿一些分数哈，甚至一定要赢哈。他的击球的位置呢，一定不能太多打向单羽孝希的反手位。哦，这个位置如果打太多，单羽孝希有可能会
做一些进攻的。对，要好跑位了哈，已经打开了步伐了。One two， 这应该也是水谷隼要打单羽孝希最有效的策略啊。哎，水谷隼经验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就要看他哈，确实是不是和他的准确性。Two two， 像这个球就是他的机会球啊，也没有打好。今天这场比赛是发生蛮多的那种无谓的失误，对对，主要送给单羽孝希不少分，二比二。好，还是打直线哈，打开，对对拉，哇，连对拉呢，单羽孝希还是拿到第三分了、啊。的反应真的太快了，哇！如果以这样的气势呢，单羽孝希说你打哪里我都可以进攻，那就没扯了。好，不敢测了哈。好，对，这时候你会发现水谷隼不相信啊，发出更强的力量。事实上哦，他水谷隼的这种直线球哦，打向单羽孝希的正手之后呢，你会发现单羽孝希呢，他侧身就会减少了。哦，三比三。好球，再度发力，成功了，对。水谷隼取得领先。哎呀，又是判断错误。对，以为是出台的球，没有拉中，四比四的平手。对，带开了哈，只要呢哈往直线的击球之后呢，就有机会了。哦，又要尝试一个直线。对，但是今天水谷隼的手感，对对，失误太多，不如单羽孝希来这么出色。一些击球的想法感觉没有错，但是就是打不进。六比五，再加上单羽孝希这种打法，就是一旦被他咬住了之后，他是一板是快过一板啊。几乎也没有给你时间去多想啊。这个以这个整个动作哈，哇，这个球你会发现哦，单羽孝希的做一个侧击的动作，哇，这个很还好，这个球呢，水谷隼很有经验，很有经验哈，他知道他的对手呢，他的同样来自日本的选手哈，这打过来球的旋转啊，一般这种球很难打。你突然旋转改变了，哇，又是一个机会啊！水谷隼没有把握住，让单羽孝希啊，还是再把领先给要回来了。非常有技巧，哇哇，打得这个进攻的节奏拿捏的相当好啊！好像在打的当中呢，就是让水谷隼呢不是顺着他的意思去走哦，他要快攻或者减速哦，都是由单羽孝希在掌控啊，等于节奏快慢呢，哦，好球了，终于等到了哦，这个水谷隼呢，哦，一个直线球的一个快拉，这一板球总算打进了，对，看水谷隼的表情啊。对，等很久了啦。打直线，对，带开。单羽孝希的反拉，哦，哇！最后在球桌下面这个加转啊，也让水谷隼击球再度发生了失误。对，那以单羽孝希呢退到远台，最后是削球还能拿分呢、啊。这个好拧球啊，可惜了，可惜没有拧中哦，打在球拍的侧边。现在双方回到一分的差距。哦，这两球真的看双方快来快去了，相当精彩啊！打快节奏的比赛，这是哦，近台为主哦，好球，一个快压哈、哦，你可以看出哈、哦，单羽孝希的出手呢，就是动作不大，但是呢，出手的瞬间很快。哦，这位选手的好处就是啊、哦，他的变化性呢蛮高的。十比八，现在单羽孝希逼出了两个赛末点，好，准备要抢攻了。
连续的进攻。哇，单元孝希，哇，球步移动相当快啊！最后移动击球拿分，对。水谷隼的回击出界也让单元孝希最后呢连下四局哦，第四局以11-8获胜，直落四。我想这个结果是相当令人意外的，淘汰掉了同胞好手水谷隼，晋级到了俄罗斯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战。但在比赛结束的同时，还是要请朱老师跟我们分析这一场球单羽孝希能够战胜的关键在哪里。对这一场球赛，应该来讲单羽孝希确实发挥他的近台快节奏的打法，整个在处理短球的细腻度变化度呢，事实上掌握得很好，加上他最厉害的就是积极的侧身，用正手的抢攻影响水谷隼的防守。那相对的呢，落败的水谷隼这场球赛总感觉不敢掉开这个单羽孝希的步伐，所以行程呢节奏上呢跟着单羽孝希在跑，所以应该是很意外啦，水谷隼根本没有发挥他的中台的能力啊，所以最后落败。好的，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四强阶段的转播也要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再稍待一会的5:30，我们要继续为您送上决赛阶段的四场比赛的转播，也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来欣赏精彩的乒乓球赛事。我是孙甫，跟身边的球评朱昌好朱老师，还有所有辛苦的转播工作同仁，下一场精彩的桌上对决再会，拜拜，拜拜。